Hello，晚上好，晚上好。哎，瘦了好多。是的，我现在就90多斤了。在这个没有你的冬天，感觉好冷。躲在窗户房间，你说没有什么好疼。可能是我不懂怎么去挽留。也瘦了太多了，真的假的？第一次穿，今天回来第一次穿少一点。一个人的房间陪我的只有焦虑，你怎么可以这么狠心的把我给抛弃？我的心里只容得下你，为我挑剔。那天我其实只是想确实瘦小了很多，想回到那天再瘦下去再没有小。等到今天最后，却只望着你远走，留下的那张合照现在已变旧。So baby come back, come back now, 我想要你。欢迎六七，大家晚上好哟。爱情的我到底多么可笑，我答应你要比以前更加的可靠。小了很多，哪里小了？人家不小。你先好，没有小。没有小，只有变大。当然不摆烂了，我现在生活超健康的。把这个指甲掉了，我得重新补一下。这个。哎，上好了没有？还是5分啊！我只是觉得穿这个衣服，超管也不会说我，因为这个衣服也很多呀，只是露了胳膊而已。只是露了胳膊而已。晚上好，晚上好。收到开播提醒了没有啊？有没有看？哦，谢谢桃花的豆干挂我飞机，谢谢！我开播收到的第一个飞机啊！谢谢么么么么么！你说没有什么好疼，可能是我不懂怎么去挽留，眼睁睁看着你转头，是的，全部都怪在我比较笨。我习惯手机再没有你的消息，一个人的房间。谢谢你送我的飞机。可以这么狠心的把我给抛弃，谢谢桃花。谢谢你送我的飞机。我其实只是想看到你脸色，想回到那天在桥下宿舍和你牵手。等到今天最后，却只望着你远走，留下的那张合照现在已变旧。So baby come back, come back now。谢谢，恭喜你有数字的5级牌子喽。明白以前的我到底多么可笑。咱俩突然变夹子，一直都是夹子，好吧？一直都是夹子，不喜欢吗你？嫌弃？不喜欢吗？突然，其实人家一直都是一个小夹子。哦，楚岚来了，昨天都没有看见你哦。
你没有看到群消息吗？我快播了。抓住你，外面都等到你的消息，可怜辣妹妹，我真的没想离开，可是又动不了。罚你，生气了。有没有看到你？我昨天来你竟然没看见，没有看见，那你肯定来了就一小会儿。我真没有看见你，我心想楚兰怎么没有来啊？都没有看到你，你是不是没有发多少弹幕？别人来了我知道，你真的没有看到你。我都记着的，我的房管每天有多少来的，多少是没有来的。发了你一条都没看见，真的没有看见。欢迎博洋宝贝，晚上好呀！我的房管怎么就来了俩呀？还有呢，还有呢。那我昨天说了啥？你昨天我都念了你的名字了，你发弹幕了，你昨天来了，我知道。楚兰，我真没看到，真的没看到。我昨天后半夜的时候，你们都去睡觉了，我一个人在这练歌唱歌，都没有人发弹幕跟我聊天，因为太无聊了，所以我就下播了。因为大家现在陪我熬不了了，我都能理解。不过。是本人吗？又是瓜分的吗？你想引起我的注意，也没有必要用这条弹幕吧？这肯定是真人啊！谢谢一凡哥送我的游园票，嘻嘻，这什么东西、啊？不习惯手机上没有你的消息，一个人的房间被窝的只有焦虑。你怎么可以这么狠心的把我给抛弃？我的心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我其实只是想看到你点头，想回到那天在小小宿舍和你牵手。谢谢你的有点跳。什么？能不能跳舞？不能，不让跳舞。我就这次，我就五分，我要得长养到六分才能跳。再次回到我的怀抱，我明白以前的我到底多么可笑。什么？你以为是姐姐代播了？所以你这个游园票送给我姐的，不是送给我的，是吧？你来啦，呜呜呜，是的，我来了，宝宝。我今天去上普拉迪课，你知道我的老师说什么吗？说苏苏你也瘦了太多了吧，说我整个人瘦了一圈，肚子也细了，腿也细了，胳膊也细了，知道不？终于以后有地方可以打发无聊时光了。是的，宝贝，我都会直播啦，终于回来喽。哎，那你要不要给苏苏开个钻粉嘛？不然人家的钻粉都没有了，那你的牌子都会掉的。说你太大了吧，应该。他说我瘦了，没瘦，我变大了。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一直都很大，吴彦祖哥哥。怎么感觉这样看好像变小了？啊，眼睛，眼睛变大了吗？没有吧，我一直不都这样吗？我眼睛没有变大呀。你一遍一遍说自己瘦了是在洗脑吗？我还需要洗脑自己瘦了？这不是明摆着的，我不用说，弹幕来你们观众都能看到，最明显的，你说是不是？
见的。这儿吗？这个是直发，它长出来了。去年直的发，它现在长出来了，还没有长很长。可以这么狠心的把我给抛弃，我的心里只容得下你为我挑剔。那天我其实只是想看到你点头，想回到那天在桥下宿舍和你牵手，等到今天最后却只望着你越走，留下的那张合照现在已变旧。你也准备植发了？你要什么植发？你还那么年轻。哎，我不一样，我是已经工作了这么多年，每天都是那种连续的熬夜熬夜，一不停的熬熬，给自己熬秃了的。我今天刚做完什么？刚做完光子嫩肤，月底去黄金微针了。你有痘痘吗？不然为什么要做这个？我觉得就是黄金微针是去痘痘的。欢迎小李子，欢迎我们家小李子宝贝儿，欢迎布丁哥哥，姐姐踩你，今天穿的是拖鞋，踩不了。谢谢伦伦宝贝的动感高光飞机，好久不见伦伦。素姐好专业。那当然了，我因为我以前长痘痘真的长了很多，你别看我现在皮肤好像上镜还可以，你知道我之前痘痘长多夸张吗？这整块真的全都是小脸上布满了，真的。我以前有段时间内分泌紊乱的时候就这样子。谢谢伦伦的动感高光飞机。要多喝水。今天有丝儿吗？没有。要丝儿的可以出门了。想我不，伦伦，好久没见了。你做了什么弄好的？我就是做黄金微针啊，每两个月做一次黄金微针，然后到后面就会都因为黄金微针是那个改善肤质的，还是挺有用的。你可以坚持去做，两个月做一次，然后平时没事可以打一点水光针，因为你皮肤基底有炎症，你就打那种可以消炎的水光针，它这样子它能皮肤起到一个修复的作用。然后平时饮食的话就可以不要吃那些油腻的，哎，油腻的是减肥，这其实还好，不要吃甜的和那些东西就好了。然后我就是做黄金微针，再加上打水光针那种消炎的，把你基底里面那些炎症消掉的，然后就好了。然后再加上就是当然了，你的个人身体内分泌的状态，就生活方式还是要稍微调整一下点。一个人的房间被我的只有焦虑，你怎么可以这么狠心的把我给抛弃？医生说什么黄金微针和什么针？点阵激光和黄金微针交替做，两个月做一次黄金微针，偶尔打打那种。但是我是两个月一个月打一次那种消炎的水光针，然后两个月做一次黄金微针，然后偶尔会做一些激光祛痘印的东西。但是这个是后期的，你比方说你觉得好了点，就可以做那种可以祛痘印的那种。嗯，这样会不会变成天山童姥？天山童姥是什么？好久不见，孙倩倩，不许叫我这个，要叫我倩倩，不是，要叫我苏苏宝贝儿。我是谁？我是你爹。你我是谁？多久没见我就问我是谁？才多久没见？这个是祛痘印呢，我刚跟你说的是，之前就是这么好的。但我说实话啊，我真的比同龄人看起来要年轻很多。之前别人看到我都会觉得我是零零后，真
度。昨天上的雪花飞过我，你暗中假说你真没错过，花瓣的可能真的没错，现在没人尊重我的梦。我觉得看起来像零零后，他们说确实一直感觉你二十二，真的，我出门我真的大家都觉得我是零零后。但别人真的都这么觉得，觉得我看起来很小的样子，看起来像八零后啊。闭嘴，幼稚的你，没事做上直播间上斗鱼就是来调戏女主播的吗？把我气到了就很开心喽。我明明看见就像零零后，好吧，什么八零后，20岁呢，差，对，差了一轮那不止。痘印的叫点阵激光，激光，肯定没有黄金微针好，黄金微针是射频仪器嘛，激光它是属于能去一点痘印的那种，能够稍微就是点阵激光就是能把你一些斑呐、啊、一些平扫，让你脸上的那些斑点会变得浅一点。但建议的话，有痘痘先弄痘痘。弄完之后再说，不然的话你老是做这些仪器对你皮肤不好，你就做一个黄金微针才能改善肤质的那种的就好了。我因为我之前真的我觉得我是可以当那种痘痘的祛痘广告的活招牌的那种，主要是你们看不见了，我要是拿自己以前真实的照片和现在的皮肤做对比，就是大家真的会是当那种祛痘广告的那种活招牌，因为之前脸上的痘痘是真的很夸张，有一段时间，特别是我以前被封了3个月的那段时间，因为整个人情绪特别差嘛，然后内分泌全部紊乱，就是那3个月的痘痘是这样子长的。而我经常做那种针清，结果就针清之后把脸上痘痘挤掉，会导致脸上痘痘特又红又肿，然后皮肤整个卸完妆以后整个脸是没法看的，真的特别的丑。就我现在觉得一个女孩子的皮肤真的有的时候是比五官要重要的。Hello， 小辉，晚上好，我的辉宝。痘印的啥？痘印就做那种激光，就是那种皮秒什么之类的，就把脸上那种斑点、痘印能够变浅，长期做的话就会好一点。我不能把照片发语吧，我只能如果有一天我不在意形象了，我可以发给那种祛痘广告公司，让他告诉他，哦，你看我做了这个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痘痘就好了，真的。因为之前我痘痘好了之后，身边很多朋友都问我到底是怎么去这个痘痘的，因为我觉得痘痘其实就是因为皮肤有炎症，然后整个人的内分泌是紊乱的嘛。而调整的话，首先从皮肤上面来说，就是仪器类的是最好的。因为我之前因为痘痘还去过医院，你知道吗？就那种中医的医院喝中药我也喝过，然后去调理自己的内分泌，做过很多这种东西，然后都没有什么效果，一直到做黄金微针才好。所以你们要有信心，有痘痘之后就做黄金微针，然后什么坚持2个月做一次，其实我半年就好了，很快，那是最快的，真的。我尝试过很多方法，包括护肤品什么的，祛痘产品都用过，还挤那种什么维 E 什么乳膏之类的，都没有用。30多岁还长痘痘。我青春期好吧，用户哥，气死我了！你才30多岁呢，我才00后20出头。啊，这些都没效，我只能医美。我也尝试过很多方法，对对对，是的，只能医美的。就用那我去的是一种那种韩国医院的专门做皮肤的那种地方。我的刘海好短，我没有刘海，这个是我直的发长出来了。我说我零零后你不信吗？欢迎小爬菜哥哥。你昨天明明说你38岁带俩娃，开玩笑的，怎么可能38岁离异带俩娃呀？真的是，就我这身材，那也恢复的太好了吧？我找的3甲应该也还不错，哎，反正你就先做这个吧，真的会有效果的。啊，但我是之前不长痘痘，突然有一段时间猛地爆发出来，也不知道为什么。感觉跟身体一般都是身体的问题出现问题了才会这样子的，不是那种，如果是那种就父母遗传的性的可能还会比较难一些，
什么？找个刘海盖一下吧。你嫌弃我？你嫌弃我？我就这样子了，嫌弃就算了。痘坑咋解决？痘坑做黄金微针，黄金微针稍微好一点。你去问医生嘛，我也没有那么的专业，但我觉得黄金微针是也可以治疗痘坑的。因为以前长了痘的痘坑，它因为黄金微针它能刺激你的胶原蛋白，这样子皮肤就会变嫩一点，就是它就不会说痘坑看起来那么的差。发际线咋变了？说了嘛，直发长出来了，因为天天熬夜直播秃头了，所以就直发了，现在直发的发际线长出来了而已，不是发际线变了。好几中招了才会长痘，中招是什么意思？碰到腿了。森森姐姐注意身体。好的，我之前都是我身体其实还是一直都是蛮好的，一直到直播这么多年之后慢慢的才变差了，但这段时间又变好了起来，因为休息了一个月整个人就变好了，速速瘦了不少。周围有人这么觉得的，我今天去上普拉迪克那个他也这么说，整个人瘦了一圈，我再努努力应该就能瘦回以前2019年的时候了。秃了的能直吗？秃了的呀，你要看你秃成什么样子了。你秃了头上一根毛都没有，那没有东西直啊，因为那些毛是要从你的头上找那种血管，然后取那种东西，然后别的地方的头发移到前面，你知道吗？那你怎么弄？孙脸感觉肉了是吗？不会吧，哪有，哪里肉了？我脸肉了吗？你别吓我，我身上瘦了耶，除了胸没有瘦以外。能不能在腿上植些腿毛？就是你植发的，但是植发需要那个毛囊嘛。如果你说你的毛囊实在头上没有的话，也可以从别的地方取毛囊，比方说这儿，就变成小卷毛了。比方说你有胸毛的话，从这儿；比方说你有别的地方的毛发，也可以植一下啊。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当时痛不痛？什么痛不痛？做黄金微针还是什么？是开是难过，我的爱一直不变。这脚毛，欢迎社会 AU 哥哥。别的地方得细说一下，你懂的，这不细说了，我不说你也懂得从哪里取毛发，它是卷发啊。黄金微针啊。痛啊，但是要敷麻药就会稍微好一点，但我是属于那种能熬得住痛的人，因为我之前打水光针的时候，我都是属于那种不敷麻药拿直接手打，人家都击打没有那么痛，手打特别痛，但是脸上嘣嘣嘣嘣嘣嘣这样打我是 OK 的，我比较扛痛，这个人痛感能承受，就我这个人可能有点那种受虐那种，就是痛的话对我来说是能忍的那种，我就觉得还反而觉得很爽，我会觉得很爽，就是那种爽的点就在于那种要很痛，虽然当时很痛，但痛完之后很爽。麻子你闭嘴，我就受不了了，麻子你闭嘴，你怎么能说这种恶心的话，真的是烦死了。
给我的整块焦了，害羞了。麦妮你要吗？对，痛完之后很爽。你想到了什？你又想到了什么脏东西？痛完之后很爽的东西。封五分钟。鼻毛，他说的是鼻毛，鼻子里面的毛发是吧？我没有那个错吧？欢迎达瓦宝贝，欢迎恩赐，欢迎安静听歌哥哥。啊，张麻子可能要花七位数了。麻子，我的你要不要？我的太多了。那万一我要是回答说我要是没得卖怎么办？对不起，没有的卖，我没有。太色了，太色了，不许聊这个话题了。那真是太可惜了。这个话题啦，这样子我不想聊。物以稀为贵，我靠！你们不要聊这个话题了，真的没酒钱没地方花，你们真的好恶啊，好恶心啊！再要说了吧，真的直播间缩没了要。别说了，我们来唱歌吧。今天开场歌还没有唱，来唱一首开场歌吧。大家有人想听什么？想听什么？想听什么歌？月儿能不能不要切歌，继续唱我们的歌，让感动一辈子都记得。想不想听歌？给你们唱一首我们的歌吧，就这首歌好不好？送给你们听。想不想听我们的歌？三个人睡，三个人睡，看来你很期待我出一首歌叫做三个人睡哦。你想三个人睡觉是不？已经听了一百年，怎么没有打开我的播放器？我好喜欢这首歌，不是唱，还没有开始唱歌呢，我们的歌。给你们唱首就唱这首歌吧，让你们听听杭州王力宏唱歌。杭州王力宏哈，欢迎贾哥，欢迎小熊，谢谢小熊升级到十三级牌子，恭喜爱上升级到六级牌子，谢谢。没钱听不请歌，你觉得我像是那种会需要咱们贾哥付钱买单的人吗？开什么玩笑，陪我这么多久免费唱首歌给你怎么了？你以为还花钱听歌送给你的？送给大家。哎，对，我在杭州。一首我们的歌作为今天直播的开场歌。可是我还想再写一首我们的歌送给你。有点油，今天没洗头，好油啊头发，贴头皮了。好久不见的龙龙。已经听了一百遍，怎么听都不会倦，从变天堂到黑夜，一直在身边。如果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带着我进梦里面，让各自都实现。无论是开心还是难过，我的爱一直不变。无论是 hip hop 还是摇滚，我的爱一直不变。仿佛 ever look 那么深，我们的歌那么真，无国界跨时代，
让每一句能勾动人心弦。情人总分分合合，可是我们却越爱越深。认识你让我的幸福如此悦耳，能不能不要切割，继续唱我们的歌，让感动一辈子都记得。
久没见了，见到我就是说我小了，你做个人吧你。这么久没见你老婆，见了就说她小了，你是人吗？这样子来伤害我，心都痛了。老婆又漂亮了，又美了，谢谢。看到没有？这才是模范弹幕，这才是该发的弹幕，知道不？欢迎屁屁，对不起苏宝，对吗？你上来就说我人家变小了，会很难过。你应该说我变得前凸且后翘了。你要说我又瘦了，而且胸又大了，屁股又变翘了，整个人越就是前凸又后翘。大不大什么不重要，够吃就行啊，够吃，够吃。你要吃什么？你这想什么东西？要够吃。哪里来的仙女唱歌？哦吼，欢迎小紫露，你是看到了我的开播提醒吗？想听什么歌？你说。嗯，苏苏是不是瘦了不该瘦的地方？非要我把我的心掏出来给你看看，我没有瘦我不该瘦的地方吗？算了，你来我家检查一下吧，咱们把门关起来，在房间里面仔细检查一下，我到底是有没有瘦，给你看一下到底是有多胖。无语子。怎么这么薄了？哪里薄啊？那我牺牲一下。哪里薄了？还好吧，我好瘦，真假的？我就瘦了2斤，98斤而已。哦，没有，这也102，现在98斤，只因为最近没什么胃口，但是吃两口东西还是会回到100、199、98这样子，吃两口东西就会变100，少吃点就会变成98。我还在努力减肥，我想瘦到95斤，其实是我想要的稳定体重的。感觉你瘦了5斤。没有，我就瘦了几斤，我现在之前102，现在变成了198的样子，100有的时候98这样子，198有的时候100，有的时候98斤。还是镜头视角。没有，我今天去练普拉提，老师也说我瘦了一圈，但是并没有瘦，就是说很多，就瘦了一点点，几斤而已。你向往的地方早已人来人往，你来过吗？你没有来过，你怎么知道人来人往了？真的老铁，今天夜宵点个火锅，我把求你了。我已经很久没有吃过夜宵了耶，我现在不吃夜宵，我现在就整个人没有胃口了，就是对于吃饭没有什么兴趣，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一下变成这样子了，就是就跟得了厌食症一样。我最近对吃东西没有兴趣，也不爱吃宵夜，一天最多吃一顿，不知道为什么。想不想听歌呀？你不说要听歌吗？小莲又不听啦。说都没有胸了，哎呀，真无语。你是不是换麦了？没有啊，我这个直播间什么都没有变，灯光也没有变，直播视角也没有变，然后就是
灯光没有变，直播视角也没有变，麦克风也变，什么都没有换，我就只是休息了一段时间回来了，什么都没有变。在这个没有你的冬天感觉好冷，都在这种房子你说没有什么，没有地毯了。哦对，地毯因为老是狗狗在上面尿尿，湿的你知道吗，我一跳舞在上面跟踩了狗屎一样，就全是湿的，跳不了舞，所以我就把地毯拿走了，因为实在是太湿了。什么都没有变，只是今天没有电单压是吗？没有变漂亮吗？那是有的。这个时候需要有一个美女风扇。变美了。就给你的美女，美女氛围风。还要割不割王？不割了，不割了，以后都不会割了，好吧？真的回来直播了，因为现在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别着凉了，这是鸟吗？这不是鸟啊，这是蝙蝠。蝙蝠飞过我，你暗中教授你真没错过，好吧你可能真的没错，现在没分。有没有护心毛？没有护心毛别吹了，哈哈。护心毛在干嘛？这在这样，这是在勾引屏幕前的大家呀！这不还这么明显，没有发现吗？哎呦，有点冷，我把这个关了，把这个风扇，美女风有点冷，说实话，开了空调。小心把超管穿好，知道了。OK， 可以了。这是在男友视角，说你想听什么歌，小莲唱歌给你听哦。想听什么？嗯？在这个没有你的冬天感觉好冷，欢迎舔狗哥哥。是我不懂怎么去挽留，眼睁睁看着你转。你唱个痛的，刻在你心里的名字听吗？没有你的消息，一个人的房间被我的只有焦虑。你怎么可以这么狠心的把我给抛弃？我的心里只有唱在我那个刻在你心里的名字听吗？想看到你点头，想回到那天在心里如此和你牵手，等到今天就举止摸着你不痛的不听。下的那张合照现在一边就 So baby come back come back now，好，这首歌会很痛哦。越想努力赶上光。
歌啦，之前是因为那个的原因了，我以后不会像这样子歌了。我要是想，我如果歌的话，我就不会回来直播啦，懂了不？我要是真的要歌的话，我就不会再回来直播了，就是因为不会再歌了，所以再回来直播啊，今天。要不然我干嘛都停播这么久了，干嘛又要回来？我知道我刚回来的时候肯定会很拉胯，没有人会来帮我的，因为我一停播了，我都知道会这样子，我干嘛还没回来播呢？那肯定是想要，既然都知道自己回来会很凉，会很拉胯，那为什么还要回来播呢？当然想好好直播，因为有就是想着就是，就算我要学习，我也要努力，我也要不能把直播放弃。就是因为这样做好了，因为之前一直在徘徊这样子思考这个过程，然后现在思考完毕了，然后又加上之前上个月不是有那啥吗，所以就彻底决定好了。谢谢瑶瑶的鸡丝浪漫，谢谢宝贝，谢谢瑶瑶，谢谢你送我的鸡丝浪漫，谢谢，谢谢你，真的没有骗你，因为我要如果因为我如果不想播，如果又播播停停的话，我就不会回来播了，真的，知道不？对，真的，
我也确实是，我是知道你们也在等我，但是我只是在思考，刚好又是大环境不好，又然后斗鱼在被管着的时候，所以我就想着说，斗鱼既然被管着这么严格，我就在冲这个时候好好的休息一下，好好思考一下，到底我要不要去坚持做这件事情。我思考好了，确定了，我就要回来，因为我觉得我回来也会面对，肯定会很拉垮，很凉，就是大家也会就是没有又要从头开始这种。如果真的是波波婷婷，那回来就没有任何意义吗？谢谢辣条的饭卡，谢谢宝贝，然后谢谢幺幺送我的极速浪漫，谢谢你哦，波波，么么么么么么。因为之前是因为大环境不好，然后让我也觉得很灰心，然后又不能跳舞，然后各种的原因加在一起，就让学习的所有事情，然后就一直在刚好就是趁那段时间就休息了一下，然后让自己好好的。放空自己思考直播这个东西我要不要坚持做下去，然后我现在思考完了我要坚持，然后就回来面对这些。我知道我一开始我很凉很拉垮，会被 PK 就会被别人很多人打，也甚至可能没有人太多人来看我，没有关系，我觉得我愿意面对这一切，就是我还是要好好的就是从头开始，所以我才回来的，不然的话我就不回来了，真的。我好了解男人，什么？谁了解男人？生气了哄哄就好了，慢慢转型好了，长安哥，别念了，师傅别念了，你这个人哦，真的是，你说什么？你说我刚刚认真在给你解释，我跟你说你竟然叫我别念了。嗯，真的是，我今天去上普拉迪克，老师说我今天的训练完成的很棒，训练状态也非常的好，比之前都要好，你知道吗？老师说我整个身体都变好了呢。你们真是的，想我吗？川哥哥想没有想我吗？有没有想我吗？有没有想我？川哥有没有想我呀？想我了一点点。男人说一点点的时候应该就是经常就会想到我，但是想着哼，反正算了，这个人也不想直播了，算了。谢谢年少的通信卡，谢谢，谢谢你的办卡。我可以去尿个尿吗？等我一下，我有点尿急，喝多了水。水，我好瘦哦。进步了，嘴皮子更利索了。我要上完厕所回来呢。你问苏苏，所以没有啦。你不要这么一直那个让长安哥送礼物，我才刚回来，人家都不确定我要不要直播多久。你得让我多，你得让他看到我在每天努力的工作直播，然后他才会。奖励我一个金灿灿的东西，知道不？我
我现在才刚回来，之前那样子的工作态度，他肯定会觉得我肯定又播两天就跑了，所以你不要这样子让他一直送我礼物不大好，所以我都能理解的，懂事的女人都是这样子。并不会，不要抱有希望。 可是我真的就是，我就很真诚的跟你说的，真的，我愿你留学。不，我现在决定了，就算我要留学，我也要工作，我也要直播的，不会放弃的，放弃吧，放心吧，放心吧，我会一直都在的，我会离开的，除非你把我娶回家，然后告诉我你别直播了，不然我都会在的，知道不？但是现在就不能跳舞，你知道吗？我没有办法跳舞给你看了。我现在只能每天在这里单口相声，然后唱歌，然后 PK 扭扭腰，我没有办法跳舞。哦，我得拿个扎头发，一会儿扎一下这个腰部，不然我扭腰的时候都看不见腰。别直播了，会有老实人娶你回家的。什么是老实人啊？我不喜欢老实人，我喜欢你这样的不老实的。啥时候解禁？那你得问斗鱼，我也不知道。我喜欢有钱人，喜欢有钱人怎么了？谁不喜欢有钱人？你不喜欢吗？真是的，喜欢有钱人有没有错了？喜欢有钱人谁不喜欢？这不就是人性吗？这有什么？大胆承认，我就喜欢有钱人。只是说我喜欢有钱人，但是我要有爱才可以，我喜欢有爱有感情的有钱人。晚上好三爷，昨天都忘了问你想我吗，这么久没见了。你需要找个单纯的不会骗我的。怎么了？我看起来很傻吗？容易被骗吗？我可聪明了呢，一般男生是骗不到我的，除非像你这样子的男生才会骗到我。你太聪明了，你要是出去跟别的女生玩，你告诉我你在应酬，我都会信的。知道吗？主播什么星座？我是射手座。想你怎么办？你太忙了。我不忙，我只是在散心。然后斗鱼管得很严，那段时间在严打我，就只是出去散心了。然后现在走了，我就又回来了呀。然后我又刚好在散心这段时间思考了清楚我要不要继续直播，然后思考完之后我就确定我要回来了，所以我就直播了。然后我以后就不会再停播了，因为应该不会再来了吧，督导组。再来真顶不住了，说实话。谢谢红颜宝贝的夸奖，萌啊。我觉得我挺喜欢射手座的，我就是射手座。你们是什么星座呀？哎，我很好奇，看我直播的你们都是什么星座呀？什么星座的男生会喜欢看我的直播？我是射手座，你呢？咱们不着急，慢慢说。好，好，再来一次，我又去散心了。没有啊，我去看了演唱会啊。你知道我演唱会有多近距离接触了 BLACKPINK， 真的，他还有看我，我就在下面，他在正常比他们上面看我，哇，你知道吗？虽然说我还碰到了很多明星，但是我没有认出他们，我没有认出他们，因为我连看了两场，5月20号的5月21号的我都去看了，你知道吗？然后最后我5月21号那场我走了之后，我还在网上刷到虞书欣也在我在就在我旁边，但是我没碰到他，我没有看，因为没认出来，好多人，但是我都没有，我眼里面只有 BLACKPINK。 但是我还那个发烧了，在澳门的时候，然后在酒店躺了3天，一直到就是身体好了，阳过了以后才回来的。
我考试咋样了？我最近在集中上课，每天课比较多，我隔一天上一次，一次上两个小时的课。嗯，还是在上课。我是这么想的，不管最后结果是什么，反正上课学好一门语言，对自己也有提升帮助的作用，就先学着吧。有谣言说我去工厂打螺丝了，怎么办？被你们发现了，确实在工厂打螺丝，打不到钱，因为我太瘦弱了，我手上没有力气，所以因为手没有力气，所以赚不到钱，打螺丝赚不到钱，所以回来了。激素线下好看吗？激素，我觉得激素他们四个都很好看，但是给我最大的那种震慑感的是他们四个真的都好瘦，特别是 Rosie 吧， Rosie 真的很瘦，他们真的都好瘦啊，就是你觉得最胖的 Jenny 他也真的好瘦，他的腰臀比真的，他们很好瘦啊。什么？我宁愿相信他去恶补下英语，不然出不了国啊。没有，我只是觉得我学习对我来说，就是人要让自己一直保持进步的状态，不管是学什么，保持一门爱好，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不管是学钢琴，还是学画画，还是学英语，还是学一门语言，又或者说学别的，反正让自己时刻保持在进步，不是在摆烂的每一天就好了。这样子会觉得自己这一天，哦，我的人生这一天没有白过。哎呦，这真的好，一看就瘦，但是其他几个也很瘦啊，真的都好瘦。看完他们就觉得不想吃饭了，他们真的是好瘦。哎，这个对，就跟健身一样，其实可能健身的过程很痛苦，但是我现在习惯健身之后，你不去健身就会觉得很难受，健完身之后分泌的多巴胺会让觉得自己非常有成就感，这种成就感会让自己非常的开心，比出去喝酒什么乱七八糟的这种无效社交要给人带来的那种正能量和调整状态就是非常的多，知道不？就我知道我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健身了，因为健身真的会让人变得快乐，会让人很开心。太瘦了也不好啊，太瘦了确实也不好，但是我觉得我还算是比较健康的瘦了，因为我该吃还是会吃，只是我没有胃口现在。他们健康吗？我觉得他们是健康的，虽然他们瘦，因为他们，你要知道世界循环演出是非常耗体力的，几个小时一直唱跳唱跳唱跳，很累的。他们体力不好，他们能支撑得起这样子的一个演出吗？对不对？我身体还可以的，我现在身体感觉就是休息这个月身体变得更好了，虽然我瘦了啊，但我感觉我瘦了之后整个人身体变得更好了耶。所以我现在突然觉得其实不是以追求瘦为美，是我觉得我瘦了我会更轻松一点，就我瘦了之后我觉得我整个人状态会更好一点，然后身体也更健康一点，不是外表上追求美耶。我觉得我瘦了就瘦了简简单单几斤，但是整个人我经常会感觉到肚子空空的，就整个人身体都是非常轻的一个状态，很轻盈很轻松。你这身高50kg就是完美身材了，我现在就是50kg，但是我想保持95，我现在是98-100的样子。这一个月你学会了日语，那你好棒呀辣条，你是个非常自律的人，自律等于什么？等于自由。你觉得你现在一个能打几个？我觉得我现在一个人能打一个精壮的男生，你过来让我打一下试试。怎么了？不信吗？我可是练了很久的拳击课，抱拳，这样子打，一二三，biu biu，一二三，biu biu，biu
感受到我拳击的力量了吗？ It's a biu biu， 还要跟我打吗？但我真的很厉害的，我不是在觉得，不是在装的，脸都给我打黄了。歹毒兴奋拳，我真的打的不是歹毒兴奋拳，我真的很认真的在打拳的，我真的在打拳，我不是学着玩的，我可是很专业的。哎呦，逗逼环节没有，我真的很还我飘飘拳，真不信，不信你线下谁来线下跟我 solo 一下，真的是。我这动作标准呢，就有这样子的，就是这样子抱拳抱架，这样子。但是是真的，不知道为什么直播做起来就觉得我好像个傻屌，但是真的直播做起来很像傻屌，但是我真的打的是还可以的，真的。哎呦哎呦。只会有按摩的感觉，谢谢了。真的不是的，你动手，我直奔机场执勤公安室。为什么？你要碰到个抢劫的，本来人家只想劫财，结果你这拳一打的，顺便再劫个色，哪有那么夸张啊？真的是，你们只是对我有滤镜，觉得我会跳舞，这样子好像就是在那种什么歹徒什么兴奋拳，但实际上你要真的现实中碰到我，我这么一下子能够直接，对不起，你瞎饶命，你瞎饶命，你会这样子说的好吗？真的是，啦啦啦啦。哦，快11点了，不行了，我要出去 PK 去了。我今天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我还差一个火箭和办卡，还有一鱼吃的任务，超粉团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一点儿。看着就，苏苏这拳头对我完全不能破防，看着就没啥力量。真的是有力量的。你知道中摆式躲闪吗？我知道呀，这样子，从下面，这是摆拳，这是摆拳，这是勾拳，我真的有学的，好吧？这是摆拳，右摆拳，左摆拳，这是右勾拳，左勾拳，然后躲闪是这样子，这样子，还可以这样子躲，啪给你来一拳，然后 biu 给你一个勾拳，左勾拳，右勾拳，躲闪。左摆右摆，左直右直，左摆右摆，左直右直，左摆右，累了，哎，这直播太累了，算了，没有打错，不打了，他疯了，刚刚不训练。我跟你说闭嘴，这是你真实的样子，闭嘴。你们真的，我感觉你们看我好像在看个弱智，但是我真的在打。小优老婆来了，我不是，我是说歹徒刚开始没有打意的，被你这么一来就兴奋了，歹徒兴奋拳。闭嘴，欢迎 C 总，好久不见 C 总。我看到你进来喽 ，C 总晚上好，想我吗？这么久没见了，
欢迎小恩，你这美甲怎么打？我美甲又不打，我这样子，我打的是这儿，是这儿，不是美甲，是这儿，这个又不用，没有关系了。你看我们像闭嘴的人，会闭嘴的人吗？闭上你的嘴，不然的话我就要闭上我的嘴了。我要去 PK 去了哟，我看看有没有人在的，因为我的任务今天超粉团的基本任务还没有过掉，我还差我还差办卡任务，还有那个我差办卡任务，还差一个火箭就完成了。你手上没有剪子，明显没练到家。剪子，我的剪子要弄到哪啊？我这要弄到剪子吗？天哪，我这里弄到剪子，那多恐怖！去音乐区 PK 吗？不，带上指甲的就是什么九阴白骨爪。我要找那个叫谁来着？找面包来吧。我练了30年，手心都是茧子，真假的？你不是蓝牙鼠标吗？啊哈喽，看你没事做，我们连个麦不？来吧，冲，打你了，来打你了！我今天我们家贼有钱。对啊，我跟你说，达到你毫无还手之力的那种友情啊、哦，你想象不到的，绝对是碾压你的那一种了啦。当然，啊，怎么这么快？你们兄弟们，先上一架飞机给他看看，真的是一块钱在这里打 PK。我们玩什么、啊、过程？他怎么敢？他零上，我们没说他，他说我们，怎么、啊？等会儿我们家在蓄力呢，你走什么？蓄力中，哎，等一会儿啊，我放哦，我来找一首歌。痛吧，哥哥，哪里痛？尾椎骨痛。我刚在哪？那里抱着腿坐的，尾椎骨痛。你哪里痛？尾椎骨。坐久了屁股痛。我们玩什么呀？蹲起。蹲起吧，蹲起好。或者你踩单车都行。踩单车，算了，不行，踩单车会看到我的胸，好大的，就站着蹲起吧。踩单车，就踩单车吧，我分多听我的。气死我了！不要踩单车，你30年的风雨无阻练出来的。对呀。哎呀，真的，这样会看到我胸很大的，烦死了。先上一个给你看看，就开个月钻，站起来，我都不用扭的，我跟你说，我都不用踩。谢谢红颜宝贝开通的月钻，谢谢宝贝开通的月钻。我们有没有人众筹一下办卡？苏苏宝贝现在就只差107张办卡就能完成所有的办卡任务了，107张办卡就完成了，就只差107张路。我们一起众筹，一人十张，很快就完成了。你在马来能充值吗？马来可以的呀。他现在在马来很卡，我说你在马来现在很卡能充值吗？我靠，为什么他踩单车看起来好这么？谢谢长安哥的一张办卡，兄弟们，长安哥已经开头了，我们还有没有人众筹一下办卡？谢谢长安哥哥的两张办卡，么么哒，谢谢。谢谢长安哥哥的两张办卡。我们现在办卡任务就差完了成了95张了，只差105张。啊！换一首这首歌。什么意思？这音乐让我踩快点是吧？这样子踩，你适合这首歌，对吧？啊啊啊！怎么到我了？给自己选一首喜欢的音乐。
活鱼子。我真的好久没有踩过了。无语死了，真的无语死了。救命啊，谢谢千，恭喜千羽升级的二级牌子。什么闭麦拉票是某一队，是的，对，他回来的话咱们不得向他致敬一下吗？来个超跑给他送啊。我想要办卡，一百张办卡，完成办卡任务。我知道他们在干嘛，他们在看。别看了，叫一下，别看了。冲一冲吗？有没有哥哥在网上冲一冲？谢谢，我还没哦哦，谢谢谢谢长安哥的66张办卡，我的办卡任务只差最后40张了。谢谢谢谢，感谢长安哥哥送苏苏宝贝的66张办卡，帮我完成了160张了，谢谢。我还差最后40张就完成了，我们有没有其他人一起众筹一下办卡？只差最后40张了。这个因为长安哥哥太宠我了，他就我要办卡他就给我办卡。我把这衣服弄起来，我就看你今天过不过得了。我努力，因为我刚回来可能会比较难，但尽力吧，如果实在不行就算了。夸奖，不是，别整内出，不吃这套。哦，你喜欢就是骂你的是吧？怎么就才送66张？我以为你会帮我所有的完成，怎么不多补40张？你喜欢这种吗？难道不喜欢？不喜欢？不喜欢我？不喜欢我那个？喜欢我兄弟吗？难道是？我骂你，你骂我，我走了，我受到了侮辱。我开玩笑的，川哥，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以为你不喜欢那种，喜欢这种态度了。错了错了错了，我不是故意的嘛。我以为你喜欢你。众筹一下好不好？我们真的就只差一点点办卡任务了，现在只差最后30张，哎，只差30张了。谢谢小辉，谢谢辉宝的，谢谢谢谢我们辉宝的10张办卡，谢谢辉宝，感谢辉宝的众筹了10张，我们现在只差最后的30张了。我们只差最后30张了，欢迎小蛙宝贝，欢迎小蛙，百变小苏，欢迎小蛙儿。我们只领先他一点点，我们要再闪闪亮亮再上两分啊！哦，被超了啊！第一场 PK， 我们只要完成剩下30张办卡，我们就能超回去了。有没有人抽一下办卡？还剩30张办卡，这叫川剧变脸，小苏。是的，就这么点分，我们一会儿就给你偷了，你相信我们，我们等着。我们弹幕说了，他一会儿叫。
会卡，谢谢辣条。哦，完了。谢谢辣条。怎么能这样子压着打的呢？真的是把人踩在脚底下侮辱是吧？有本事你就给我打到一厘米啊！这样子打什么意思嘛？真的是，气死我了！谢谢辣条帮我完成了所有的办卡任务。我现在只差一个火箭和100个抑郁赤子了。这个火箭任务有点难，只差一个火箭，但是火箭任务有点难。我们一个火箭把它打回去好不好？给它偷了，刚好完成。算了算了，说了就算了。你小心点，我们最后3秒钟给你偷啊！就这么一点儿，100块钱也给你偷了。恭喜我们的辣条有苏苏的5级牌子喽！恭喜辣条，谢谢辣条送我的30张办卡，么么么。我靠！他们竟然真的一个火箭守塔！哇，寻吗寻吗寻吗，你惩罚我吧！说吧说吧。哎，算了算了，下次我一定会回来的。灰太狼，你说惩罚是什么？惩罚的话，欢迎长安哥哥。哎，你会登山跑吗？登山就是这样子，就是高抬腿的那样跑步吗？不是不是，是你躺在地上，背靠地上，把双腿抬起来，然后这样蹬。你再说一遍。躺在地上，然后把双腿抬起来，这样往上，这样蹬直，蹬直。就是我整个人躺在那个地上，然后把腿这样子往上，把腿举起来，然后这样要举成90度还是90度还是说45度？90度，45度太累了，90度就好。90度，45度太累了，90度就是你这样躺下就这样。哦 ，OK， 多长时间还是几多少个？就10下就好。10下就好了 ，OK， 没问题啊。来了来了 ，OK， 我把这个条关了。OK， 来了。来，我给他。半月来了。来吧，你开始吧。哇哦！哎呀，欢迎板栗哥哥，你小心点，不方便可以换个。这样子 OK 吧？嗯，但是你要用手把前面裙子压一下。哎，对。这样吗？对，你压住台，你再蹬就好了。啊，对。哇，腿真好看。腿型好好哦 ，OK， 10个就够了。好，10个就够了。哇，你腿型好好了。哦，原来这个惩罚是为了看腿。平时的时候看我们跳舞是只能看到上半截。对，我都不知道，原来这个惩罚是看腿的。对，你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整个舒服了。你个色批，小面猫是最色的女主播，我已经发现了，她是最色的女主播。你个色色，那没办法，那你练色色，我主要是你练得好，我怕你浪费了，你知道吗？你不是埋没了吗？你这遮起来，你个色色，不跟你说了，好了，再见。小花说什么危险？哦，我刚刚也觉得好像是有点危险，但是好像又还好，只要把它捂住就还好。听说我呢，你要输了。现在11点钟了，我差一个火箭任务，就差一个火箭了。我要再去 PK 一下，完成一个火箭。今天的任务就差不多完成了，就只剩抑郁吃的了，就比较简单完成。哇，这么快！嗨，hello。
Hello，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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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哦，我们玩什么？你说一个吧。我说一个，那就站起来，就是扭腰吧，好不好？行，扭个腰。OK，OK。OK， 那你放首歌吧。寻寻寻，稍等啊，我找一下有没有那种 sexy 的歌曲。最近查的一个，哦哦。Such a fucking hoe, I love it. I know you like it more. 我们一张办卡可以开局局。哎呦，面，谢谢，谢谢面包的小礼物，谢谢面包的，哇，十足小画家，你太大气了，我说实话，哎，真没必要，你别送了，真的是。谢谢面包的两个动感高温飞机，你别送了，宝贝，真的是，你太客气喽。你这样子的话，我就要给你去开钻粉了啊！真的是无语子。变好了、啊、哪里太凉快了。开好了，我开了，我给面包开了个钻粉。开了个钻粉，今天赚的钱又没有了，钱又没有了，有没有给我送个火箭，帮我完成一下最后的火箭任务。什么？大气，当然了，我说到做到。主要是我的包里面刚好还剩个，主要我包里面刚好还剩个，就是几百块钱，就是在那个账号里面。要没有的话，应该不会出，你知道吧？长安哥怎么走路？怎么不在了？困了，你先睡了。才十一点，你叫就困，你就困了吗？就一看我你就困了是吧？嗯，欢迎偷偷的看。给他换一
首歌，不然的话直播间的兄弟们要睡着了。给你放首嗨一点的，要没人催卡我们就休息哦。这首歌很嗨，我觉得还行。打工人不容易，累了哦，好吧。那你早点休息吧，你要是困了的话，那就留我一个人在这里喽。欢迎微宝酱。空调开了吗？怎么感觉还是有点热？不要再造谣了，我没有挣那么多钱，我真是无语了。让小酷陪我休息。嗯，休息。欢迎傻熊哥哥，欢迎熊哥哥，欢迎点猪。你好，恩子姐。傻子你好。熊熊晚上好呀。想逗你玩。有没有人帮我完成一个今天的最后一个火箭的任务呀？完成了一个火箭的任务我就完成了。不熟不熟，你要把我笑死了。什么不熟，我们可都是一起打过游戏的那个队友呢，你怎么能这个时候跟我说不熟，气死我了，真是无语。你今天这么说
我们可是一起打，我跟你说我很少有游戏好友的。那我撤啦。好嘞，辛苦了小姐，拜拜。拜拜拜拜呀。我真的我都没有怎么，我很少有打游戏的队友的，你可是我的游戏曾经的游戏队友，我现在都没跟你打游戏的时候我都没怎么玩游戏了，都我还真没你好友。不用要好友，我有很多有好友游戏好友的都不打的，我跟你是没有好友，但是呢虽然没有游戏好友，但是呢我们可是就是一起打过好多次游戏的，真的是。你怎么在这个时候你怎么在这个时候撇清关系呢，跟我说不熟呢，真是的，你个讨厌。谢谢陪我哭过的六六游玩，谢谢梁子游玩，上次还是被西子拉过来的，我印象中只有一次。哼，算了，不熟就不熟吧，讨厌。你真讨厌，你这种男生怎么能这个样子吗，一边说不熟一边给我送火箭，真的是嘴硬是吧。谢谢小熊熊，你要哎，我们俩好像没有微信。谢谢熊熊送我的火箭，帮我完成了今天的超粉团的最后一个火箭的任务，接下来就一鱼翅的喽，不聊了，真去睡去了。好的，晚安贾哥哥。晚安贾哥，那你早点休息吧，你明天还要上班的话。嗯，没的。好，那我私信那我私信你好了。哎，你有没有觉得我这次回来我变瘦了啊？是不是？你的钻粉到期了，你之前给我看过钻粉呢，我才看到你的钻粉到期了。嗯，熊熊，你的钻粉到期了哟。发现了，下次一定。寻吧寻吧寻吧，没事，没关系，没关系。最讨厌男人说下次一定了。知道吗，我要把这个关键词给他屏蔽，什么下次一定。对啊，怎么了吗？是的呀，我生日是12月18号，怎么了？难不成你跟我生日同一天啊？下次一定，等我们回啊！真假的？你骗人吧你！你怎么可能？你真假的？你真的？你骗人吧？那你也是跟我一样射手座了？天哪！真的假的呀？你是不是骗人啊？我12月18，你12月17，不可以说下次一定了啊！真的，你真的十二十七，这么巧吗？那我们岂不是可以在同一天过生日？你在12月17号先过你的生日，然后过了零点之后过我的生日。而且什么啊，你前女友12月18，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骗人不？真的吗？真的离谱，这么有缘分都不开个钻粉，不是真的这么巧吗？你说你12月17号，我觉得很巧，你竟然说你前女友12月18号，这也有点太巧了吧。我前女友，你前女友和我老婆一天生，你前女友和我老婆同一天生日，可爱心。哎呀，真就离谱。确实离谱，我第一次什么一个女朋友，我第一个女朋友12月17。真的假的？辣条你骗人吧你。谢谢熊熊开通的月钻，熊熊熊，谢谢熊熊开通的月钻，为了缘分买单是吗？谢谢谢谢熊熊开通的月钻，感谢感谢感谢。那说明了什么？那可能我觉得聚集在整个直播间今天的我们都是因为缘分所以才聚集在这里的，是不是？辣条今天也看，辣条说他你第一个女朋友12月17，看来说明什么？就是我你们会点击我的直播间都是因为缘分，因为我是12月18号，你们要写你们身边的就是亲密的人都是都是跟我差不多生日的，说明肯定是有联系的，是不是？只能说缘分一线，网络一线牵，珍惜这份缘儿。什么？他就比我大8天，哇！那你们俩真的是好有缘分儿。那个熊熊，等我下播我给你算一下卦，看看你是什么星盘，怎么会这个样子，这么巧。我也觉得好离谱，我都怀疑你，但我觉得你不可能会骗我，你肯定说的是真的，你知道吧？所以我要帮你算一下，算一卦。你圣诞节的生日，那就12月15号左右了。那你女朋友12月15号左右，女朋友12月份左右。对，等我下播我帮你算一下，我看一下你是什么星盘。怎么这么巧，你肯定射手座，但是虽然是射手座我们都是，但是我们的星宿肯定是不一样的。给你算一下，怎么会这样子，好神奇。我到时候本命都告诉你了。没事不用，你也太相信我了。没事，算的话是可以不用证明也是 OK 的，我只需要你的生辰八字就可以算了。你太搞笑了，你太可爱了，证明都告诉我。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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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太可爱了，哎，你是不是听西子说我很会算，所以很相信我这个神婆，连证明都要告诉我。你太可爱了，你知道吗？出来哟，现在只差一个一鱼翅的礼物的所有任务就完成了，我还差100个666。有没有人送我100个666？100个666，你先撸啊撸了，你真的很喜欢打游打撸啊撸，哎，真的是，你真的好喜欢。我是太菜了，就我的游戏水平不配我玩，因为我玩的就是没有任何游戏体验。我还差100个666，有没有人有？100个666，帮我过完所有的就可以循环任务了。云顶更新了，登录一下这个。帮你也算一算，
我以前算我算卦都是收费的，那是因为他送了个火箭，我就当当已经买单了，你知道吧？我可郑志博可是要打红包给我的，都是已经空台了，我都算命的物价了已经。听呢，有没有人想听我唱歌的？我要唱歌了，跳舞，跳不了。马上就过生日了，不知道去哪，不想听，那我就要唱，本来还没那么想唱呢，真是的，无语了。恭喜 GRO 升级到12级牌子喽！恭喜这位在升级到12级粉丝牌。谢谢，太想听了，那我就要唱了，好美，我给你唱，现在就唱，不用点歌，给你唱歌。有没有啥暗黑色会唱 IU 的歌什么会唱 IU 的歌的话可以考虑一下。不会，我发现了，真的，我直播间就那种直男喜欢 IU 的最多。老婆饶命，饶不了一点，兄弟。唱一首，我找一下。这就是鹅。Oh my god， 到底想干嘛？技术已经寄到我家楼下，写个告白都说的结结巴巴，还有那些恋人的话啊，救命啊，别折磨我啦，从门收到可耐心一大把，你是想怎样啦，还来不及说话，心里对你已经彻底膜拜啦，大叔啊，求求大叔啊，不要把指头拉，哎呀，你说啊，你说的话祝他都笑啦，大叔啊，哎大叔啊，难道久久站到票不再被骂，哎呀，你说啊，有恋爱故事解读的话，幸福会不会欧巴。谢谢侯总的两朵月88666，谢谢侯总大气，我完成了所有的跳粉团的任务噜，谢谢你嘛。 Oh my god， 到底想干嘛？技术已经寄到我家楼下，写个告白都说的结结巴巴，还有那些恋人的话啊，救命啊，别折磨我啦，出门数到更耐心一大把，你是想怎样啦，还来不及说话，心里
对你已经彻底膜拜了。大叔啊，求求大叔啊，不要吧不要吧，知道啦。哎呀，你说啊你说啊，你说的话祝他都笑啦、啊。大叔啊，哎哎大叔啊，难道舅舅唱到调不会飞吗？哎呀，你说啊你说啊，用恋爱公式解读的话，幸福会不会欧巴？拜托我不要康乃馨，行行行，我知道了。什么打折？大叔啊，求求大叔啊，不要吧不要吧，知道啦。哎呀，你说啊你说啊，你说的话祝他都笑啦、啊。大叔啊，哎哎大叔啊，难道求求唱到又不会飞吗？哎呀，你说啊你说啊，用恋爱公式解读的话，心会不会欧巴？完成了，我超粉团的任务是不是都完成了？耶、yeah, ，我全部都完成了，现在只剩循环任务了。嘻嘻嘻。欢迎大魔王哥哥，嘴巴有点干。阿爸爸，我思考一下。哦，现在几点了？11:28了。这个点的话很尴尬，嗯，因为晚上12点又有人找我 PK 多人，所以这个点我们就跳舞的话，可是我又怕超过人来了。嗯嗯嗯嗯 ，Let's see Nancy。什么体重60kg？ 60kg 是公斤还是说是60斤啊？只有。嗯，那个歌叫做《大叔不要跑》，就是刚刚那首歌，沸羊羊唱的，沸羊羊，沸羊羊，哈哈，舔狗就是沸羊羊是吧？我真无语，我直播间那我怎么进？那我直播间怎么没有沸羊羊啊？我想要有沸羊羊，可我直播间没有，我想要沸羊羊，有没有沸羊羊？我直播间全都是黑粉，没有黑沸羊羊。120斤，就60kg 就是120斤是吗？哦，有没有人？我想跳舞，但是我不敢跳。在这个没有你的冬天，感觉好冷。躲在窗户房间，你说没有什么好等。可能是我不懂怎么去挽留，眼睁睁看着你转头时的全部都怪。可不可以跳小跳一下试一下？习惯手机再没有你的消息，一个人的房间陪我的只有焦虑。你怎么可以这么狠心的把我给抛弃？我的心里只容得下你，因为我挑剔。那天我其实只是想看到你点头，想回到那天在桥下说想和你牵手，等到今天最后却只望着你远走，留下的那张合照现在已变旧。 So baby come back come back now， 我想要你再次回到我的怀抱。我怕有点油，我到底多么可笑。我答应你要比以前更加的可靠。我就做做怎么了？主打的就是一个矫情。嗯，我在纠结要不要跳舞呀？我要拍超管。再来点干冰。哎呦，这个吹的眼睛好干啊！这叫做什么的吗？女美女氛围风，美女氛围风。
又想放假了，站起来扫扭一下试试呢，万一可以呢，试一下吧。Love.
Si Do Re Mi 만큼 착했던 나 그 눈빛이 싹 변했지 어쩜 이 또 한 나니까什么舞都不能跳哎，好像是。跳这个就要说，我觉得这个还好吧，跳的都是韩舞，动作也没有很性感的动作。算了算了，不能跳。跳馆是想让你什么？穿什么？穿棉袄跳？或许是的。苏姐治好了我的那个，哪个？治好你什么了？主要是最后的 end 被折断了。欢迎
一封印弟弟。欢迎风印弟弟，欢迎我的小宝贝儿。啊，开！什么对美女的恐惧？你会对美女有恐惧？我才不信呢。倩倩，晚上好。不可以叫我这个，要叫我苏宝。叫什么呢？叫什么呢？啊！叫苏宝，叫苏宝。九万五的热度，因为刚回来，所以因为没有进超粉团就没有热度。好的，叫苏苏，叫苏宝，烦死了！免叫我这个名字，哪有人实名制上网呢？没有人，大家都是用网名，凭什么我要用真名上网啊？不可以这样子！快点，叫苏。苏宝贝儿，真的纯都是反骨仔，让你别干嘛非要干嘛，真的无语子，无语子。好的，孙总，以前都叫苏总的，现在怎么改成孙总了？以前都叫苏总呢，你干嘛突然改成孙总？烦死了！我不要。我真的脸都被你们气红了，我不会轻易脸红的，我脸都红了，你们没发现吗？是不是？都怪你们儿。好的，小倩倩，我好。不想跟你说话了，我不跟你们聊天了，你们太不会聊了。我说实话，天都跟你们聊死了。我说了，我想要叫苏，我直播间只需要什么？沸羊羊。我想要沸羊羊，我不想要，我不想要这种都是反骨的黑粉。欢迎熊熊哥哥，欢迎你！游戏打完了吗？赢了输了？杀了多少个人？小赢一把，你是不是经常赢啊？你是打排位吗？还是匹配？好热，我直播间哪来的沸羊羊，只有反骨仔。哦，我真的发现是这样子，我直播间真的没有什么沸羊羊，都是反骨仔。我反思了下，我觉得是我自己的问题，因为我也是个反骨仔。什么样的主，就是说水有随主播，所以因为我主播是一个反骨仔，所以说直播间都是反骨仔。那如果我是一个很温柔很顺从非常听话温柔善解人意非常是这样子的人，可能直播间就是沸羊羊。可惜我不是，我是一个反骨仔，直播间全是黑粉，没有一个沸羊羊，我真的无语了。能不能来点沸羊羊？以后直播的目标就是培养100个沸羊羊。明老叫，我不叫那个，我不知道他是谁啊，我不叫那个。啊，都烦死了！我叫死，大家都不要说了，我是别叫孙姐，我大家都是在都是用网名上网，凭什么要抱我？凭什么要这样子对我？真的是。桑尼，我真的是
因为大家可以叫我小太阳，因为我因为是孙就是丧的意思，丧就是跟我就很像啊，所以是送我向日葵，之前所以别人送我向日葵，3年前关注的，今天刚下回来。你是为了我下回斗鱼的吗，宝贝儿？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就要奖励你一首歌了。没有啊，我已经知道了好几个主播的真名了，不可以知道我的，我可是女神。烦死了。啊，你的2年前就知道了，知道什么？我的2年前就知道了，怎么可能？好像是2年前被爆出来的，不对，2021年还是2021年？哦，现在2023年了，时间过得好快。那时候就喊我奥利维亚。我觉得喊我奥利维亚挺好的，真的叫我奥利维亚。你知道奥利维亚怎么取的吗？我是在百度上搜的，什么英文名显得高端大气上档次，然后搜出来的奥利维亚不错，橄榄油就它了，然后我就取它了，你知道吗？是不是非常高端大气上档次？这个我自己取的。还施瓦辛格？不会吧，我专门搜的取如何取一个就是取一个就是非常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名字。伊丽莎白如，这个可是我选的，我不管，它就是高端大气上档次。还有10分钟了，我给大家唱首歌吧。10分钟之后就到了12点 PK 的时候，希望大家准备好钱包，现在可以去充值了。马上就是12点的时候，我不想被打得很惨，可不可以帮帮我，让我能够就是赢几把子？谢谢大家。我现在先送首歌给你们听，好不好？一个人吃饭吃这么多啊？没有吃饭，我今天就吃了一点儿，给大家唱一首歌呢啊。哎，这首歌你们会听过吗？天黑黑，我看看一下怎么唱，我还记得不？看一下天黑黑，我看一下啊。我的小时候，吵闹任性的时候，我的外婆总会唱歌哄我。夏天的午后，姥姥的歌安慰我，那首歌好像这样唱的。天哦哦，北哦哦，天哦哦。离开小时候，有了自己的生活，新鲜的歌，新鲜的念头。
任性和冲动无法控制的时候，我被约过了，传奇哥哥。这样的歌，天哦哦，背哦哦，天哦哦哦哦，我爱上让我奋不顾身的一个人，我以为这就是我所追求的世界，然而横冲直撞，被误解，被骗，是否承认的世界背后总有……完了，不会唱这首歌，换一首，换一首。欢迎喜物。人都吓跑玩儿了。如果说你是海上的烟火，我是浪花的泡沫，某一刻你的光照亮了我。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遥远的让人想哭，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总在孤的时候眺望夜空。我可以跟，我可以跟在你身后，让影子追着光梦游。我可以等在这路口，不管你会不会经过。每当我为你抬起头，连眼泪都觉得自由。有的爱像阳光倾落，便拥有，便失去着。如果说你是夏夜的萤火，孩子们为你唱歌，那么我是想要画你的手。如果我多么渺小一个我，因为你有梦可做。也许你不会为我停留，那就让我站在你的背后。我可以跟在你身后，像影子追着光梦游。我可以等在这路口，不管你会不会经过。每当我为你抬起头，连眼泪都觉得自由。有的爱像大雨滂沱，却依然相信彩虹。像影子追着光梦游，我可以等在这路口，不管你会不会经过。每当我为你抬起头，连眼泪都觉得自由。有的爱像大雨滂沱，却依然相信彩虹。谢谢夸奖，笑死我了，我要被拉喽。欢迎老贝儿，欢迎戴弟。
哎，我唱歌真好听，比以前好听多了，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我唱歌是不是比以前好听多了？嗯。快夸我，快点儿，快点儿，能不能夸我一下？真的吗？你们是敷衍我，还是说认真的在夸我？啊？有首歌怎么叫什么的来着？我很洗脑的某音上一首歌叫做什么？安许因为雪啊什么什么什么那首歌叫什么呀？大家知道不？认真的敷衍我，不许敷衍我，我很讨厌男生敷衍我的。我很讨厌男生敷衍我，我最讨厌男生跟我说的话就是嗯嗯对对。啊对对对，是是是，哦哦，我特别老讨厌男生敷衍我，因为我觉得，因为我宁愿你说讨厌我，我也不喜欢男生敷衍我，因为我觉得，我觉得这样的男生很不走心，就很虚伪，就说的都假话。Hello， 恩姐。Hello， 苏恩姐。Hello， 球球。完了，我一看男生吃东西，我又饿了。我也想吃东西了。什么外国美女基本上都是60 kg 一双，120斤，天哪，压死你了都。他竟然吃肉，我也想吃，我想吃鸡翅，我也想吃肉，我要不点个麦当劳怎么样？哎，烦死了，人家都好久没有吃东西了，宵夜。谢谢醉酒的200个甜蜜礼包，谢谢醉酒，谢谢你的甜蜜礼包。我还没有开始哦，欢迎 Eric。 然后小猫咪是什么？我是想谈恋爱的，然后给隔绝，人家男妹很瘦的，我知道他很瘦，所以说他能吃我不能吃。PP 早上好，我不行，我也行。早上好呀 ，PP。我可以，但是你过去我可以。开始了，开始了，开始了。没卡了，等我们开个卡去，钻粉连胜走一张。我们没有卡子，钻粉一卡开一张。OK， 我们可以打卡了。谢谢我苏宝的山水出口，苏宝。三个山水出口 ，OK。那我们就直接来个蹲球，我来买个人头，我们兄弟凑凑人头喽，我们人头还差三个，今天一星任务。音乐声音够大不？哦，我来个人头。小粉，都瘦了好多，好像什么叫都瘦了好多？是所有人都瘦了吗？嗯、所以我就是觉得，如果是我要我换之后要我停的话。那肯定就是双方有共同的共识，我要站起来了才会停。有没有可能是美颜的问题？不会是美颜的问题，是我确实是瘦了。但是很奇怪，就是我当时的那些对象都不会说想要我停，想要我就是不播。哎，我觉得好神奇。什么？你在说什么？什么？你的对象让你不播？没事，我们讨论八卦。啊、哦。我放歌我就。谢五五的盛典通行证，这是什么？很烦呀。我。他奶奶吃，我真的想吃了，是真的。嗯，在一起的时候对我。你不如说菜。在一起的时候。然后。
走掉的人他给我补上，就是这样的，就是唯独的就是有什么东西是不能做的，就他妈到粉丝节了，哇靠！你不是刚刚打完新秀，他们都去围观了球球啊？就你们今天晚上那个自爆，你能猜到是谁吗？你猜不到，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讲过了呀。他们可能不知道，但是我已经透露了很多给你。你应该大腿。2019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过一下粉丝团。什么什么什么？我一 PK 你就睡觉了？可以。对，这个是什么呀？2435吗？我问一下。欢迎。这个是2435不？还是什么？对，是的。哦，好的。第一就不用给医药费了。那完了，那第一应该有点难。我们别数，我们吃一口也可以的。但是从他就是标球这件事情来看，就注定了就是一定会散。谢谢谢谢范傻宝贝的班卡，谢谢，我们终于破袋了，谢谢宝贝的班卡。我今天的任务才166张班卡，哦不对，200张班卡。这个局大家都这个条件我就放心了。下播继续肚子疼吧，好不好？珍珠贝是什么？为了弥补，那我今天下播继续肚子疼呗。谢谢南哥的66张盛典通行证啊！又要粉丝节了吗？怎么会有盛典通行证这个东西？谢谢南哥帮我完成。哎呦，我的二次查查人头，我买个人头，谢谢南哥。我现在我们一举直接成为第二名了。谢谢格调哥的山水书房。我买差8个，再买8个人头。谢谢南哥，南哥你真好，你对我真好，爱住了。谢谢南哥送我的66张办卡，帮我完成了二星任务了。有没有人打打卡呀？救救我吧！我们完成了67张办，我们一起可不可以众筹一下办卡啊？我们今天的办卡任务还差134张喽，就完成喽。但我们还是要站起来，我们第二，突然想想我还以为可以坐下了。欢迎修仙，谢谢六六的魔盒。我还以为我可以坐下了。我就是那个最完蛋的。谢谢南哥的又一组66班卡，谢谢南哥。哦呼，我的三星任务完成了，谢谢南哥，感谢南哥的又一组66班卡，谢谢南哥，南哥你真好，么么哒。没有啊，谢谢，我都听着呢，我都听着呢。谢谢南哥，但是好像没有跟我说话。谢谢，我们超了。哦，谁呀、啊？刚才都在跟你说话呀。我不是，你现在已经落后了。我班卡让我只在做70张了，有没有其他的宝贝儿众筹一下？我没进别人直播间呀。我看你的。谢谢，这什么？谢谢南哥又一组66班卡，谢谢。我们家怎么来？谢谢南哥的3组班卡，我们最后现在只差1张了，最后1张。真的很可怜。我靠，我们还这样还是第三名？我还差1张办卡任务就完成了，最后1张的库存。好了，咱快点让插地过来给我打个卡。最后1张，最后1张，3分钟了，我们休息嘛，3分钟了，高明啊！今天呢，大家都很贫穷。高高明啊！啊，
十个和头宝扔了。我本来，哎，我本来不饿的，我现在真的有点想吃，想吃那种，想吃麦当劳。球球今天居然卡在第四，谢谢煤球的火狂蛋卡。是吧，我都不敢想象。然后到了九月份，我让磊磊给我点一个麦当劳，废掉。他们告诉我，等我打第三针的时候，我就会死的。欢迎秋秋。谢谢醉影的班卡，谢谢醉影。但是第二针就已经很痛了。我现在抬不起胳膊，我这边。谢谢我们南哥送我的三组66张班卡，谢谢南哥。钻机，感谢丽丽，感谢丽丽，来个飞机，来个飞机吧。二四三五，没事，我们俩可以。我陪他打过一次，我都不止三天了。我已经第五天了，他应该今天热度和推荐位有没有比上周好一点？他确实，他今天太累了。跟他说我要一个板烧鸡腿。太累了。王宝宝都死命往上蹦，我们都没有超过王宝宝。兔约好了，把王宝宝打下来。欢迎哈哈。没有很好，救救我嘛！来个飞机，我们不要垫底，不要退后嘛！一点钟起来，奥利奥，我要吃个奥利奥冰淇淋。王宝宝竟然是第一名，我没有想到啊！怎么说？谢谢我们家南哥，谢谢南哥，南哥你真的抢第一了 ，OK 了。OK 了，你很强，怎么回事？那没有哦，那没有必要。哦，天哪，他们竟然打这么高！他来了，40多秒。我就猜到我要当兵。我靠！我感觉我就是要当兵了。谢谢小小当稻草人。南妹，你会是最后一名吗？我可能会是，有没有刷新一下？我不会叫到最后一名吗？最后一下，小肉球南妹一上我就没了。没有啊。太牛逼了，这个曼曼！最后一名，屎都吃不上。我靠！天哪，有没有人最后来一张办卡吧？我这办卡任务完成掉。屎都吃不下，我们不要最后一名，好吧？欢迎您，谢谢六六的飞机，感谢我六六，谢谢六六。完了完了，哎，他们最后一秒钟冲上去了。哦，吃吧！本来能吃这么多，现在只能吃一点儿。我烦，谢谢六六，谢谢魔力六。那我是给谁啊？我罚肉球是吧？对，你罚肉球。等一下啊！欢迎阿泰。那我们就进行一个。如花虚景吧。行。谢谢，这是幺粉，谢谢。恩姐，你带个，你也带个虚景吧。虚景是吧？那我烦南姐就挂个弹幕吧。好的，好的。虚景在哪儿？就说祝慢慢家哥哥们顺风顺水顺财神。那好软。Okay, 温柔的女人，对，妹妹，你选，你从前三里面挑一个队友，突然下觉得自己很夸张。哎，那个虚景，我忘了在哪儿开了，什么？虚拟形象吗？不对啊，虚景在哪里开啊？点哪？甜蜜礼包，你要选谁？虚景在哪？等一下，我给我一秒钟的时间。虚景在哪里挑呀？虚景在那个抠图里面，选谁呀？没事，虚景在那个。行，我选曼曼。师姐要上线了 ，TOS。虚景在。我选曼曼。你选曼曼是吧？曼曼。又求你选，你只有宝宝跟我可以选了。完了。嗯。在哪儿？不一样嘛，选布丁姐吧。好。抠图里面没有，只有一个绿的。晚上好呀。糟了，我真找不到。哎，我找不到哎，怎么办呀？睡着了，太累了。我要不我先带个竹花先带着，因为我找不到，这个里面只有绿木抠图。
好，因为我是新的 YY。我现在有了吗？欢迎金龙哥，我赢了。谢谢菜菜的15张办卡，谢谢菜菜。在哪？谢谢蜡皮，感谢蜡皮。你一共砸了多少？谢谢蜡皮。且留步，且留步，且留，且留，且留，留步。完了完了，啊！我还得直接给自己过的。有什么？虚可以啊，都有啥呀？对折啊，啥任务呀？欢迎猪猪。完了，如花怎么找到？等我一下，哎，张小，哎，站起来。对折上了，说是。你打了有多少虚可呀 ？OK。要过这个是吧？直接剁下。你们其他为什么还坐着？站起来吧。找不到了，等会。这个还有啥？谢关注啊！我自己看看。你说，你发一条，你发一条弹幕说，我不要你的 Big Red Bag 了，然后你再答看看，会不会出？你说我不要你的 Big Red Bag 了，终于找到了，我靠，15个飞机，你发了说不定就吃上了呢，哎，太难了，发了说不定就出了呢。骂了，别骂了，被你发现了，你给我截图怎么办？欢迎涛涛，欢迎涛涛，好久不见了，涛涛。对，最近在忙啥呢？你上一把的时候出现，这么久都没来看我了。欢迎小坤，够了吧？今天已经是我死的第109回了，600张办卡。不上了，这把先不上了。我再说吧，这把先不上了。冲冲，最近是我今天死的109回。你跟主播奔现去了，刚回来。那你都奔现了，怎么还记得要回来呀？欢迎豆豆，欢迎远方。一个叠加一个火箭的利息，难妹在那找啥？欢迎我猫猫。什么？什么？你苏恩才是唯一，永远的唯一！我信你个锤子！他去睡觉了。今天线上过日子。我们能不能吃一口到第二？我们现在是第三，我们既然是只有这么点票，我们能不能给个力？我们再发个力，我们来一个火箭到第二吧。我们还差超粉团的任务，还差一点儿，还差3个火箭，一张办卡。哦，谢谢滔滔续费的宝姐，谢谢南哥的2个火箭，我们到第二了。穷死！耶、yeah, ，谢谢。好，我知道了，穷死。谢谢南哥的2个火箭，谢谢我涛涛宝贝，谢谢我涛涛宝贝续费的伯爵，是吧？是不是？你有给别的女生续份不？怎么办？嗯。下一个火箭的。那我们第三把。谢谢南哥，南哥你真好，爱你爱你，我爱你。对啊，挂件，太好了。首先这把的挂件没有用。但是等一下，我们第三把，我们努力进个前三吧。耶、yeah, ，我们是第二了，你知道吗？我们当第二，我们可以吃什么？可以吃一个火，不是，我们能吃一个火箭吗？好像不能，只能吃250。有钱了，有4张办卡了。谢谢涛涛宝贝的办卡吧，一张办卡，谢谢你帮我的办卡让我完成了。谢谢我涛涛宝贝的山水厨房，出货出货出货！我已经好久直播间没有砸过礼物了，你知道吗？这么久没有砸过了，我相信他一定能出的。我不能三
出一个，出一首，出一首，出一个，出一个无限的礼物啊！出一个，我在痴心妄想。谢谢涛涛，谢谢涛涛的山水初逢，谢谢涛涛宝贝的十足小画家，十足小画家五个山水初逢，是不是亏了一半呢？生活啊，是不是亏了一半？好像是亏了，是不是？他们现在已经，我去别的地方垫一下。你这老黑，除了苏恩姐跟王宝宝，奋力的往上送分。没事儿，不是我这直播间黑，是好久没有人抽过了，所以他就是他可能有一点儿的原因吧。还说，就你话多。哎，刚吃完，抖得我。但是南妹在今天这个局就格外安静，你发现吗？怎么说呢？欢迎威龙，是这样子的吗？出一个五千的礼物，咱们就说今天一把子五星给他过了，中个彩票。休息了吗？哦，OK， 有一个音乐盒。哦，休息了。真是的，带上如花我都是如此的貌美。蚊子去了。哇，我们要冲到第一了耶。算了吧，别冲到第一了，真的不想解决。靠你了，我靠不住。欢迎老婆。我只能这么说，我就一把的量。带上如花的挡不住我这美貌。听不了一点我的声音。欢迎酱谷歌。这两个月的工资发了吗？什么？我还以为你说你这个月两个月的工资发了2000块，准备今天给我充2000送一个超火，以后每一天都喝水。充了。那别，要不咱们不打小画家了吧？帅气西瓜。要不别砸小画家了吧？啊！再砸真的房子都砸进去了。今天小画家好像不行。好黑呀、啊！我们的赛道就直接白路。再砸小画家，我房子都要贴进去了。反正这个都吃不了。谢瓜的26个山水书本，谢瓜瓜的9个同心卡。行，主打一个给谢谢涛涛宝贝的三组小画家，谢谢涛。哦哦，出了，哇、yeah. 哇，竟然出的是千年相守，我靠，你太牛逼了！哇、我刚刚前面许愿说，我说今天我会不会出一个。5000的礼物，我靠，我就真的出了，谢谢。我要去某音怒看一波。谢谢涛涛的千年相守，多少砸出来的千年相守，山水初逢。怎么怒看的？哇！我靠，太牛逼了，我只能说牛逼。惊喜，中彩票了！我今天真的中彩票了。你多少砸出来的？3000砸出来的吗？啊？可是，那你在别的直播间垫了一下砸出来的吗？欢迎青青，欢迎青青长久小白，欢迎小白儿。哇，我刚刚以为这个千年相守是那个凭栏相望的那个，你知道吗？太久，我一下懵了，我一看我怎么变第一了？哦，他们又打上去了，没关系，没关系。你看的大赖赖就是，垫了1000多回来出的。这个人差评。你去别的地方垫了1000多。冲上来吧，妹妹。哇，你真的好会。你太好了，涛涛。虽然说你经常在外面玩，但你知道，你知道我才是最重要的那一个，是不？笑死我了！谢谢涛涛，呜、哦，谢谢，好开心哦，真的，出了5000多，竟然是5000的，没想到我孙爷爷这狗运啊，中彩票的感觉，舒服多了吧？你说这抽奖的礼物，它就是给人这种感觉，是不是？就抽到了，主播老开心了，就比
前辈你没玩过超开心的那种，等一下你可能会哭啊。真的假的？嗯，谢谢醉酒的甜蜜礼包，谢谢。附近的肯定特别多。七八九十十一十二 ，OK， 我还差五架飞机和一个火箭就完成了。谢谢红颜的甜蜜礼包，谢谢红颜。毕竟征婚没征到，呵呵，我才不信呢！你朋友圈那么多女的，肯定征婚征到了吧？谢谢红颜的300个甜蜜礼包，谢谢。吃满了呀，那就球姐还是那个球姐呀。说什么都不好使，我是个屁屁，那就红脸蛋香肠嘴吧。什么？红脸蛋香肠嘴？红脸蛋香肠嘴，画脸吗？嗯。啊！竟然是画脸，我的哎，久没画过脸了，我去拿东西啊。好。欢迎汪洋。走了，你要去寻找你的目标了吗？不行不行，哎，我出，那我要把这如花去掉吗？还是不用去？不让我看看你找的，你可以再来要什么样再画一些。咱们就说要不不摘了吧，搁这偷懒，搁着。我想看看怎么去掉。不行，我出门票钱，结果你去找大来来，你给我看什么样？挂出来啊。红脸蛋和完蛋了，我这个真的很红。他是因官方要求他必须实名。欢迎多米诺，浪子在挂机应该。他没在，官方要求他必须实名，不实名不行。欢迎鱼鱼，我定完惩罚了都。完犊子了。挂出来第三把的慢慢男妹第三把的体力，哦、像我们挂出来，好久没画过脸了，不要低于30。我操，50个仰卧起坐，不能低于30个，不能低于30个。然后如果是后三的，可能会做4个体摆。大来来顶摸，比如你进不到前三，可能会做4个。为啥？我这个画的太形象了吧？因为你进不到前三，因为你没有钱。纸巾有吗？韩磊，那个拿个纸巾给我。这是前三后三吗？对，但是进不到前三，你可能会做4个体罚，做不到自己的你随便定，挂出来，做不到自己的，妈妈要挂体罚，妈妈你挂自己的也要做吗？不做自己的。七月提前到来，什么七月提前到来？现在几月份？但是6月14。苏恩姐，你挂一个体罚、哎、挂出来。好的好的。体罚。是，如果输了自己做是吧？三张，到时候不做自己的，啊、哦，不做自己的，嗯，对，不做自己的，鬼结束，笑死，OK， 直接开第三把，好 ，music 直接挂，到时候买票直接买三张。我直接进行一波参与，求你了，你出一个吧！谢谢太太，你再不出，我跟你都得倾家荡产了。谢谢瓜的三个明星卡。电报交流怎么可能有不能播的那种？好了，我要站起来了。谢谢太太的钻戒，我等下把。我们这是个人的宝宝，谢谢瓜的。又是一张同情卡，我们努力挤进前三，不然做很多体罚。这个妈妈她演我，她什么意思？这个是什么来着？就是哦，前三后三是不？8个山水厨房是前三后三不？岁不行的甜蜜礼包，4个体罚的哦。这个是前三后三不？对，前三后三。OK， 进不到前三，可能要做4个体罚。要做4个，我靠！我不说第一，我想拿个第三。不砸这个了吧，行吗？瓜，我们不砸这个了吧？谢瓜的12个山水厨房，哇，这个千年我看我要看吐了，小画家。谢谢菜菜的魔盒，谢谢菜菜。谢谢多瓜的3个白鹿香手，谢谢 F 的水晶火箭。好，我们4个白鹿香手出第5个。哎，没事了。哎，没事了。
冒福了，先刮的五个白鹿香手，先刮的六个白鹿香。恭喜 F 十的七级牌牌。谢谢谢谢红颜的甜蜜礼物，谢谢。你不能够吃两波低保吧？我觉得应该不可能吧。这把好干。先刮的九个白鹿香手，先刮的。我们进个第三吧，进个前三吧，不然要做四个惩罚。对。做呀，我还是不做。四个惩罚。大红睡觉。吃不了那么多呀。你不。欢迎 PP， 救命啊 PP！ 我不然我不进前三要做四个惩罚，我不想做那么多。那你为什么不自己冲啊？第四，我要冲，我现在要冲的话，我没法冲了。什么叫更低？七，我不能冲了。我现在冲，我没法冲了。你等会儿，我看一下我京东，我看一下我京东。完。谢谢菜菜，谢谢我们菜菜的这个点黑，你确定吗？谢菜菜的一个盒，谢菜菜的浪漫花束，菜菜不出货了。你不要充实，看一下，我看一下京东。你玩什么氪金 ？Control C。我们挤进前三。谢谢菜菜的潘多拉魔盒，谢谢我们菜菜没出货菜。我找一下。手镯。手镯现在还有氪金吗？我真的，我的信用卡花呗全都被你全部撸光，呱呱！现在看京东白条。我最不喜欢玩的就是游戏，就是氪金的，因为我没钱。花费三百金的头，我唯一玩过的氪金游戏就是梦幻，手游的梦幻。打那些装备，起来全然后买那些原几乎都是你的，几乎全是你的。我花了几千块钱，发现一点我感觉我要统计一下，你都快超十万了。我感觉。欢迎 Honey。比在斗鱼消费便宜，不可能。有些不是玩几十万都打不到什么样子啊？为什么不能打白条啊？打不了白条。王宝宝，你在干嘛？怎么突然要打白条了？我们把王宝宝抄下去。我在跟那个好哥哥合砍。好十，我在跟他合砍。我属于自己花钱，我还得给 YYF。那你还是某还是在我这里有。什么叫某音越快啊？那你在他那里要没有越快，在阿辉那里有三个。谢乖的游乐园。打不了白条。亏的。谢谢谢谢快乐宝贝升级到十一级粉丝牌喽！恭喜恭喜恭喜！你先升级到十一级牌之路。还是某音难为你火速拉票。欢迎啪啪。会错很多的，不出货你就觉得不愉快。游戏两个月了，我这个还饿着。Big red bag， big red bag， big red bag。欢迎欧尼亚，亏了一万多。哎，那亏一万多还好。等一下，你点点白鹿枪手，我觉得。呀，我去拿个盒子。低保了一个，我觉得不会饿死你吧？各四万多。欢迎王同学，但我觉得我们晚点也可以踏青。欢迎洛言，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感觉我要叫 BB 的话他也黑了，我叫 BB 的话也黑。两个白鹿销售，哎，他们也在打。谢呱呱的啊，我激动，打不了白条，你已经到账了是吧？哎呀，谢呱的两个白鹿销售，谢呱的七个山。现在差一个火箭，五个飞机，今天的超分团的任务。一个山水出风。我们有没有可不可以？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奇迹？咱们就是说，最后一把子进个第三名。
我的手链画。谢谢我不能说的水晶鞋，你是要满足我结婚的愿望吗？欢迎落叶，又五个钻戒，啊，三个钻戒，两个鞋子。我直接没有脸见你，没这狗命，哦，怎么办？我直接没脸见你。我直接没脸见你。OK， 我们前三。谢瓜瓜的两个白鹿上手，谢瓜的三十个山水出风。嗯，我直接没有脸见你了，别说了。欢迎落叶，现在我不能说四个水晶鞋。啊，有城堡！现在我不能说的梦幻城堡。啊，不行，我不忍心怎么办？我不忍心怎么办？哎，有城堡，这一波不亏。这波赚几万呀，啊！我这个心软的毛病，谁来治一下呀？欢迎男友，欢迎月亮。妈妈，你掉出清单了。也是挂的三十个小时出风，强制睡觉。真的，我想想办法，我想想办法，我想想办法。他们做，他们做。欢迎摸下。可以进前三吗？我知道很难，但是我还是想试试。想办法。翻底花，翻底，坏事，没事，我们现在还在前排，我们还在前排。谢谢球姐的爱，感谢球姐，她的爱打在这一把。谢谢球姐的球球的爱，这个时候终于来了一个不知道一了，让后三名多吃一口。封顶了，你怎么能多吃一口呢？哦，好像也是，啊，哎呀，有没有奇迹？第三名，这第三名啊！不会等下我们被刷下去了？你等会儿给自己一闷棍，这个闷棍让我来，我下手重。这个闷棍让我来打，我下手重。完了，我是倒数第一。我怕你自己给自己一闷棍睡不过去，我下手重。六个，最多四个，最多是四个。做四个。四个惩罚也太多了吧！完蛋了，我的人生，我突然觉得世界有点黑暗了。我觉得应该慢慢他们应该会上的，我觉得慢慢他们应该会上。在闭麦，欢迎团团。布丁姐，你放心，我在研究哪个惩罚比较做的比较简单。你不用担心，你不用担心，我已经在研究了。我，哦，这个特效也太丑了吧！我这个花嘴，花嘴和脸的，丑死了。没得选择。坏消息是我没得选择，好消息是我有的吃。OK， 有吗？那就是我选宝姐，我选宝姐的五十个臀墙，我去做了。可以，给谁？可以。那宝宝，你的是给慢慢的。好，苏恩姐你选，你开麦选一个。嗯，我选还有谁？还有肉球是什么？我跟肉球的。五十个深蹲，然后布丁是什么？五十个仰卧起坐。那我选仰卧起坐还是五十个深蹲吧？行。Okay， 那南妹你做我的。我他妈这么多那个，我一个虚腿给你全买了，可以？能做吧？哦耶，我们不用做激发，很强。我一个虚腿全给你买了。走完了，啊，刚卡了，谢谢狐狸妹妹。走完了，走完了。我说，我旁边谁都在找我。哎呀，我。不，你选你舒服和躺平之间，你选择了拉着我一起死。欢迎小星星，拉着我一起死。挑战一下邓的机智吗？我这该死了。啊，一个都动不起来。不动起来，你换一个吧。我知道他收超地，我早就知道了。我没有告诉他。如果直播间迷失了自我，你没有自我。
你没有真我。我下午的时候就知道开始舞蹈炸弹。那怎么是能是舞蹈炸弹呢？那个我很有格局的。欢迎明天哥，开和蹲吧，你开伯爵了。开和蹲吧，要不？好。欢迎时间。我从下午的时候，然后他们在问我就充值的事情，我就知道他晚上要收超地，但是好幸福呀。他们要我谁收超地了？新台啊。下午的时候，他大哥跟我说不要跟他讲，我就知道他要今天晚上。真的太幸福了。然后我就太幸福了，今天收超地了。熟了。谁收超地了？苏总。苏总开的。哇哦！苏总下午的时候还在问太猛了吧？说半天他自己家的大哥一个个都是藏金版吧？我没有很多额度了。很牛皮。我的花呗没有很多额度了。那个局的人肯定都非常的羡慕。只能浅试一下，看看我的鱼翅到底白不白吧。你刷新吧 ，C 木，你刷新吧。他们超级都是批发的开的吗？我回来了，消费好了。他们收到超低真的很幸福。我怎么一会儿听到？我想打白条，我想打京东白条，白条也能充值，但是我发现京东用不了白条，我的白条用不了，然后我就去花呗了。谢谢熊儿的粉丝徽章。多的，你做30个可以了。因为你不是一直说你鱼翅黑吗？我给你对冲一下，给你。奶妹，哎，买了点，你做30个就 OK 了。那头铁干嘛？那你把钱退我。盲盒，腿上都一样。哎妈！感谢关注，谢关注。Hello。现在把钱给我退了。OK， 球球币。这个人反不反？发到30个什么？30个拖鞋打嘴。男妹喜提30个拖鞋打嘴。好，宝宝，你闭眼。王宝宝，王宝宝，谢谢海宝的英文宝，开麦闭眼。我开了，我开麦了，我的声音比较小。闭眼。我闭。Okay, 我没看到。我这个反不反？我麦也开了，眼也闭了。这个反不反？哎，那屁，不反。OK， 那这个反不反？反。反了30个是吗？30个高抬腿吧。高抬腿，然后孙喜提30个高抬腿。好的。求求你帮我，你帮我选。选什么？就是我闭眼。你这个装四成。OK。什么什么？我要做什么？30个高抬腿。好的。你好了，你跟我讲啊。这样是吗？一反不反？不反。反不反？反。反什么？30个俯卧撑。好，恭喜男妹洗。太开心了吧！我太开心了，多过一节。我给你减一点，难为你做了10个吧？那你做2个。等一下，我先把这个手链戴上，我真的很想打断你半句。他的那个拖鞋打完嘴了吗？还没啊，我不知道怎么做拖鞋打嘴。拖鞋打嘴。看看拖鞋，翻一下。还咳嗽。太紧了，这个衣服太紧了，你看勒的我，你看勒的我整个胸，会笑死。男妹是会擦的，他好痛苦的，笑死了。我急用。我离开这个世界。OK，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辛苦各位了，拜拜，辛苦了大家，拜拜拜拜。你又秒懂了，我不懂，我刚刚一点都没懂。我这个头像也太丑了，
我都不敢摘这，我都不敢摘这个什么来着，我都不敢摘那个如花了，不参加斗鱼活动。斗鱼什么活动？没有，前段时间没有直播，当然没有活动了。我要把这个擦了，现在应该可以擦了吧。好的，拿给我就好了。我点的，我刚看哪吃，我也点了，我让他点，我让奶奶点了一个麦当劳吃。什么？明天的活动今天选定，说你们好几个大主播请不动，猴子不开口，你们都不去。没有啊，没有人喊我啊，什么活动啊？没有人告诉我有活动啊，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我才刚回来直播，前段时间没有直播。我画的太认真了。我点了好吃的。明天游戏有个跳舞活动，哪一款游戏？哪个区的？果然可乐就是好吃，果然可乐就是好喝。肥宅快乐水 ，DNF 的，我不知道，没有人跟我说耶，我都不知道，可以找我呀，反正我没有事儿。而且我也不是大主播，你看看哪个大主播热度只有11万不到。我现在是一个新主播。怎么感觉有点硬它？太硬了，不然有点硬那个。游戏猴子不来，好多游戏主播不来，猴子不来，这谁不来？是玉宝宝吗？宝哥不去吗？宝哥不去，所以很多人不去吗？是这个意思吗？宝哥我看这是不参加。那我就不知道，没人喊我。吃东西要不要看一个什么吃？吃饭是不是不能吧唧嘴？宝哥说三年内官方活动什么励志？不知道你在哪，我知道你讨厌的东西也和我一样。我知道你清楚我有没有想听话。看个东西不，要不然边吃边看。怎么样 ？B 站有什么好看的吗？我已经好久没有看，边吃东西边看东西了。那骨头给你寄过来。
好的，看来有豫，这个好好吃，章鱼派。有什么好看的吗？哔哩哔哩。说好的不吃宵夜，那是因为 PK 见到男妹在吃，我所以我也想吃。而且我吃这一次我就不吃了，我也不会天天吃的，真是的，烦死！带你们去看一下，走走走走走，咦，在哪？显示添加一个，不对，我要添加一个什么来着？怎么样加？哎，在哪来着？哎，怎么添加那种屏幕啊？忘了怎么搞来着？是怎么添加来着？好像是右键，忘了，不是这样。言，哦，我以前会。不对，这是更新了之后，我真不知道怎么弄啊？怎么搞呀？喝了好多茶回来了，然后刚刚被人打成这样了。哎，你不该是喝酒吗？怎么是喝茶呀？怎么找啊？怎么那种添加窗口、添加屏幕，完全找不到那个地方了？更新了吗？这是完全找不到了。这个真的蛮好吃，这是那个叫什么来着？香芋味的。内容显示，真的是找不到。哎，算了，哦，找到了，添加素材。哦，原来是这样子，找到了。OK。感觉有什么好吃的吗？这里。长沙，一座靠实力火出圈的城市，近年来年接待游客总数都是上亿人次。要问长沙究竟有什么吸引力，美食肯定是重要因素。香菜、臭豆腐、小龙虾、茶盐，总有一款你喜欢。有种草好评就有地雷分享。随着来长沙的游客越来越多，也有不少人因为下个饭啊，吃完饭之后我们再唱会歌。看到这些游客的遭遇，有一群人坐不住了。有朋自远方来，我吃东西是不是很香啊？能让大家失望而归呢？之前别人跟我说，我吃东西给别人一种很香的感觉，好像好多人说了。懂长沙美食的博主，把他们的私藏宝藏。他们说，我看我吃东西觉得吃的他们很香。特色美食店铺又是哪些呢？很多人说，平安姐皮蛋肉丸，严家岭店，推荐理由。绝对是家庭小馆私房菜，出品很地道。你喜欢吃什么类型的菜？招牌菜是皮蛋，还是好吃都爱吃。白鹿堂杀猪，像这种解放中路店、苍蝇馆，我早八早其实蛮多好吃的。就是为了这碗最最新鲜的杀猪 粉。推荐理由：之前去杀猪粉时候吃了碗白鹿堂杀猪粉，我蛮喜欢吃火锅的鸭血旺的，鸭血。浑身有劲，浑身暖和。没想到长沙也有同样正宗的老蛋粉。特色是新品层出不穷，长沙独步。超超水饺，特色是辣椒酱油。
他说所有的北方饺子用的是油辣椒，我真的很能吃辣哎。不仅仅是油辣椒，为什么？煎油脂的味，福冈辣椒的味，而且辣到干的都有。感觉很穷，什么感觉很穷？能够做出他这种辣子。盛哥家厨，推荐菜品砂锅肘。涛涛，大盘子、小菜啦，所有的菜。你在哪来着？你能吃辣吗？所以我们基本上味精。你能吃辣不？基本上是没得。推荐菜品，这个不会是那个吧？心目中三百人民币的麻花鲜菜你在我隔壁。本期推荐的店铺只是长沙。我还以为你在我隔壁呢，我就敲门了啊！欢迎更多的朋友来长沙探索美食。哎，吃了甜的，但吃不下了。我不太想吃这个鸡翅，我想吃二两的，没有点。如果你想吃汉堡，好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别吃，为什么别吃？是好不容易这啊，感觉想吃烤串了，感觉这烤串可就得闷香的。长沙一座火辣辣的城市，嘟嘟嘟嘟，汉堡包，麦辣鸡翅。不爱锅底街，因为这里人多难停车。接下来给大家表演一个美食博主的麦当劳的板，麦当劳的板烧鸡腿堡的测评喽。让我来尝试一下，看一下这个好不好吃。首先呢，打开包装。哦，像一个鞋垫一样。我吃汉堡，我只吃有肉的这一块，这上面是面包比较多，这边是肉，所以我选择先吃这边。这里的葱油粑粑还是很优秀的，表面是酥脆，葱香浓郁，虽然经过油炸，但是里面却没有油，还挂着一层恰到好处的米糊，这个就需要工艺了。推荐你们试试。我的这个比那个好吃。真的很像鞋垫，有没有？葱油粑粑有两种，这是软壳版里面最好吃的了。你可以看到它的糯米是非常细腻的，不是每家店都能做到这样。吃起来甜而不浓，油而不腻，吃完整个人都感觉快乐又逍遥。还有另一种脆壳版的，之后再带你去吃。这里的红薯饼完全不如。我觉得其实我对这些吃的，我就是，我平时在这边，我对这些吃其实没什么感觉的，因为我感觉有点太油了。别人吃汉堡包都会同时吃，只有我是分开的，吃个肉。后面那个小巷子里去吃。开瓶雷击。这边好像也有。听那谁是谁啊？行吧，来这边就到这边吃吧。你买的时候记得要先到这边买单，然后再到。不喜欢吃油炸的。人多就往这边排，不然就白排了，知道吗？分开吃，吃一口肉。都说吃一口面包，闻起来臭，吃起来香。我觉得哦，长沙豆腐臭豆腐真的蛮好吃的呀。那是真的臭，但炸完之后是根本不会臭的。放上辣椒，觉得板烧鸡，我觉得板烧鸡腿堡是挺好吃的，因为它是最臭豆腐，面包很软，皮焦肉嫩。先吃到的是辣椒的咸辣。但是有的地方的臭豆腐它不够正宗，就没有那么好吃。身体都被掏空了一部分，灌上了高汤，吃起来真的喷香的。但其实我周围的朋友吃臭豆腐都不认品牌的。我们最爱吃的还是那种推小车在校门口卖的，会放好多脆脆的辣椒萝卜和蒜丁，刚出锅就趁热吃，每一口都能咬出一股鲜辣的汤汁，吃完嘴巴周围被辣的一圈通红。你真的减肥？没事，我也在减肥啊，我要瘦五斤呢。吃大家还会去打卡的就是茶颜悦色了吧？但是可以，你看这边根本就没有人排队，偶尔的放纵一次。秘密小街。你好，是一个少冰的深深乌。吃饭不要说话，不要学我。我好久没有喝过了，一五年的。非常的不优雅。那时候尝尝的这样子，这根本就没有这种茶加奶泡的组合。但是我一天喝好几杯，我还专门做了一期视频。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去考古一下深深乌龙的做法，之前绵阳料理有教过。然后给你看一下，上面是有一层这个小麦胚芽，然后有一层淡奶油奶泡。然后下面就是乌龙茶混合着鲜奶，喝酒的感觉，可乐真好喝，可乐真好喝。现在天色暗下来了，是时候坐下来好好吃点东西了。
上周我看那个人生一串的时候，我就超级馋里面那个烤排骨。天空一声巨响，小李闪亮登场。去探探店怎么样？然后说一句再接接财务。刚过完这家店，今天会不会很多人呢？呜呼！啊！全部坐满了。面包哦，吃面包。刚刚空空的走道也快满了，还好我抢到了最后一桌。我们来看看这边都有些什么好吃的。湖奔家单车烧烤，原来是叫湖奔家。它的那个排骨肯定是要的。好了，我吃不下了。烤蛇我也想吃一下，我以前没吃过。嗯。再来个掌中宝，看我这样吃是不是很饿？蕾蕾，你把这个拿去吃，这是鸡翅。蕾蕾，现在才七点多钟。蕾蕾，那给你吃，拿走，我只要留一袋就行了，我吃不下。还有这个，我给你拿去吃。因为昨晚不冷，就留一袋就好了。今天的胡家，因为我已经吃了汉堡了，吃不下了，还有一个香芋派。来了又走了。也不知道我之前推荐过的店铺现在生意都怎么样了。那我周围的人都上菜了，这可乐真的好好喝。我刚刚去问了一下，我的菜单根本就没有包。哎，你们吃过淄博的那个烧烤吗？都没有烤。你们有人去吃吗？现在已经8:41。好吃不？现在是感觉有点嘴馋了。就淄博那烧烤。紧接着，掌中宝和牛肉也上来吃，但是你会先吃哪一个？啊，怎么办？打嗝了，开始。人生一串同款烤排骨了。看看这排骨，都是紫排啊，切得比较大块，有点重，是用铁签的。感觉这个不好吃。每一串都有软骨，这是最好吃的。嗯、感觉不好吃。吃起来好嫩。又香又多汁、嗯、我觉得不嫩，看起来很硬的样子。的汁水声，看肉与肉之间果然夹着小牛肉，明明很硬，怪这么香。有脆骨确实有，但是我说实话肯定不软，这看着还没有我这汉堡好吃呢。来点脆口的调剂一下。掌中宝就是鸡爪子中间。掌中宝吃一串还行，吃多了难吃。这里的掌中宝算是长沙的平均水平了，主要因为刚吃了东北烧烤，其实我之前去西双版纳，我觉得西双版纳的傣味烧烤其实真的蛮好，也还可以，也挺好吃的。其实我觉得挺好吃的。牛肉比较嫩，但是太瘦了，两片肉之间串着一点。这个牛肉也不行，这牛肉看着也有点硬，我也感觉这个牛肉有点硬的样子。只剩一抹奶香，不过我觉得肥一点可能会更好吃。对，看着太瘦了，太硬了，不算重的。我不喜欢吃太硬的，我喜欢吃软硬适中的。因为怪怪的。嗯，是小时候的味道。这是去哪吃的烧烤店来着？长沙。这什么？卧槽，烤蛇，你们吃过吗？有人不吃蛇的吗？像肉姐就超级怕，因为她小时候被蛇咬过，但凡有那种带蛇的电影，她都不敢看。我就无所谓了，我要什么都吃。蛇肉很软很嫩，可以轻松撕下，因为烤过所以水分少。蛇是什么味道呀？比口味蛇要瘦，但依旧很嫩。只不过我操，看着好嫩哦。烧烤店出来的这烤蛇怎么就这么辣？没吃几口就忍不住要不停喝饮料。真的吗？烤蛇这么辣吗？咋不辣椒那么简单，而是已经辣入膏肓了，每个细胞都刺激无比。它蛇是不是本身就很辣呀？长得敢不敢来试试烤牛蛙？看着体脂就5%，蛇肉好吃，真的假的？下口好呢，跟鱼一样，真的吗？我没吃过，我真的，我从来没有吃过蛇肉。火锅，我都只爱吃腿，不爱吃。我没说疯。但这只蛙腿太紧实了，口感并不是那么的嫩。寄生虫很多，真的吗？薄薄对啊，蛇不是有毒吗？是又香又焦脆，牙齿能感受到一条条肉的纹理。这个，因为吃完牛蛙哦，似乎还没有吃一口也行，吃多了就不行。羊肉没有膻味，就是。就这些烧烤东西哈，我感觉我只能吃每一个好吃的吃两口，吃不完。口感虽好，这个我也只能吃一口，就吃不下了。什么牛蛙寄生虫也很多，真的吗？出来已经快11点了。我牛蛙我都觉得我还挺喜欢吃的，特别是牛蛙火锅。牛蛙吃的还是多的，蛇没有吃过。镜头去打扰他了。深夜的坡子街依旧很热闹，整条街的人潮川流不息，伴随着街内夜店的音乐。啊，身上没毒，
越毒越嫩。哦，可是它不是有毒吗？它是毒别人吗？另外能吃的蛇肉都是养殖的。长沙的一众美食，能承载外地食客。哎，养出来的蛇会咬人不？出来长沙，还说养出来的蛇就会失去蛇本身的那个蛇性，就跟熊猫一样，它就不是熊，它是个乖乖的小孩。熊猫不是一就熊不应该就是那种很凶的吗？但熊猫就不凶，它就不吃肉，它就只吃竹子，是不？为什么养殖的蛇咬了会没事？它不是蛇吗？ Why？ 哇哦，好香！怕寄生虫的话就别在这。大家好，我是奥地利的小屋，一位用三川中文分享美食视频的西餐的主持。西餐吗？我没怎么吃过西餐，我看看西餐，因为我不是很爱吃西餐，我看看这很好吃吗？吃烧烤，我真的觉得长沙最聪明的小吃是长沙。他竟然来长沙讲美食，好秀啊！这要我去美国，或我去哪个国家去讲哪个国家当地的美食，用英文。这小伙很有勇气，这嘴是被亲肿了吗？四弟被你亲肿了。人称一串太西餐厅很好吃，所以我也很。他为什么没有眼睛啊？他眼睛好深邃啊！他没有眉毛，说错了，他没有眉毛。为什么这个外国人他没有眉毛？他讲话怎么一股毛子味？他讲话怎么一股毛子的味道？这有机器帮你绑，我也想告诉你们，跟那个毛子好像，我靠，笑死我了。不一样的，在长沙他们喜欢这种小串，然后一串一串就一串一串，肉放在一个串上。那就在欧洲，我们喜欢一大块肉就吃这样的，配面包吃，配沙拉吃。Often people just bring their own salads, mixed salad, potato salad. 我要笑死了，讲着讲着英文直接出来了。就配这个肉吃。细想 ，my first bite。嗯，好吃不？真的好吃。真的好吃。好好吃。好好吃。很好吃，老王。嗯，是的，我觉得他们的香料的味道没有这么浓 ，It's not super strong, just you taste only spices. 你也可以尝牛肉鸡翅的味道。会解释，会说。Halfway spicy, not too, not 长沙。我这是皮克苏了，被别人画的嘴巴是香肠嘴，我死了，一直说。你别让我。我觉得在长沙很多店，他们就。可能今年开我吃不上了，年后就吃不上了，吃饱了、嗯、好撑吃不下了。是的，像我们就没垮掉，就是什么原因，就是我们生意也不是很好，也不很差，在这个店已经那时间，他完全能听得懂。哎呦，这个人在讲的所有的，我在那个店开，他就知道我在那边开了，我翻所有的话吗？就攻的过来了，讲这么快，而且就跟我看听外国人讲话讲特别快嘛，他肯定听不懂嘛，讲慢一点吧，得跟他讲中文。真剩的给助理是吧？没有，不行的。他们的特色 ，pork。嗯，我要带一块。这个韭菜我感觉真的不错，这烤这个蔬菜拿铁板烤的这个。菜我倒是挺想吃的，这肉其实我一般没什么胃口，可以吃一口尝一下，但是并不是很想一直吃它，就一根我是吃不完的感觉，一串，除非很饿的时候，让我吃不下。是这么嫩，我就知道了他们腌这个肉，然后味道没有这么好吃。中英文所结合，他好好笑。嗯，哎呀，好好吃。
好不好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好吃。嗯，真的。它真的好好笑。Oh, they must have like some secret ingredient or something. It's really tasty. I don't know. It's really tasty. I never ate such great vegetables, to be honest. 我要学英语了，跟他后面。Vegetables have such great flavor. Flavor, flavor. The chef is a witch, I think. It's not even a human. Crazy.他，你说他是真的爱吃这个东西呢，还只是表面夸一下？很多外国人来了，你觉得他们喜欢不喜欢你们的味道？还是挺厉害的，他会讲中文，能讲这么多正常沟通，比你中文那么难学。然后吃了很多，而且都能听得懂。哎，那么这么想，毛子也蛮厉害的哈。你们觉得也生意很好？我说，我想了一下，我思考了一下，我要是在俄罗斯直播，我会听懂俄罗斯的话吗？真不一定能听得懂。然后中国人思思我记睡了晚安，好的晚安 Only 宝贝儿。排骨白肉牛油都喜欢吃，我觉得牛油只有在长沙吃的小吃。不是这一份，就是排骨。我明天几点上课蕾蕾，发微信发我一下，然后什么课几点上，我看一下今天几点睡觉。Cow snake. Really difficult to eat without high K. 然后这个肉就一点注意。三点四十的课，听这什么？听口是什么意思啊？是口语还是听力啊？哦，那就是口语听力，不好意思。为什么我觉得外国人会很喜欢长沙的烧烤？因为在长沙我们吃烧烤，然后就喝一点啤酒，吃一点烧烤，你可以慢慢吃。然后实际上 it's more like a snack during drinking. Any European friend I brought to a长沙烧烤店, they just enjoyed it like crazy. Drinking some beer, just having a few 串烧烤, just have a good night. 完蛋了，明天要讲英语了，我感觉我开不了口，我属于那种无法开口的人，除非让我喝酒，我只有喝了酒我才会敢说好意思，还是我才会好意思去说一去开口说明天几点的。这么香，明天什么叫是It's not like chewy as the snake, you really need to chew, chew, chew. It's chewy for one or two bites, but then it kind of becomes soft. It's just so amazing. It's really fat, but I could just keep eating it. And every one of my friends just keep sending me message wishing to have Changsha Nyoyo. You have a Qingzhong. It's just too good. It's a...我试一下烤的牛蛙，烤的牛蛙，这人讲话真蛮逗的，说实话。Looks a little bit cruel, to be honest. 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哦，这个 OK， 这个，我觉得很好吃，牛蛙的肉就很嫩，这个不是很 juicy。但是很嫩，没有刺激的很浓的味道。It tastes a little bit like chicken， 但是我觉得口味很好，他们的香料就真的很好吃。他真的很爱吃这个吗？你觉得他是真喜欢吃还是假的喜欢吃？哎，你觉得他真喜欢吃这个东西还是假喜欢吃？我觉得他是假的。五花肉也很好吃，真好吃，假好吃，绝对是假的。外国人的和中国人的烧烤是在中国。我感觉节目有点痛痛，谢谢甜甜破防的本卡，谢谢。Flavor, different spices, spicy, everything. 但是在国外，我们不用这么多香料，很多人喜欢他们的肉就很自然，一点点盐，一点点黑胡椒，但是后面什么加很多不同的牛蛙，你选吃牛蛙吗？哎，肩膀怎么有点沉沉？我一吃这个我就感觉肩膀有点沉，我不能吃这些油这些东西，我感觉我只能吃的东西，我只能吃清淡一点的东西。这个吃的我的背有点，有点沉重的感觉。算了，还是这样子吧。
现在几点了？1:13了，唱首歌给大家下播好不好？这小老，这小老外，我说实话，他是真的喜欢吃这个烧烤吗？我感觉这个烧烤一般儿。但烧烤确实也有好吃的，也没好吃的啊！我真的背怎么突然一下好累背，突然一下，28了。好吧，谢谢 B 站做一个这么好的 documentary， 给我们看一下在中国所有的好吃的烧烤。但有点可爱，这个外国人。你们要吃长沙的烧烤，在这个店，我觉得就在。排骨和牛在哪呀、啊？回头去长沙去吃一下，很好吃。如果我在奥地利开一样的店，你们觉得赚不赚钱？肯定赚钱。弹幕告诉我 ，I think I'm gonna go and start saving money. Saving money， 笑死我了。买烧烤了，谢谢你看我的视频，是你让我想要努力拍。更好的视频和说中文，点赞、分享和 please 关注我，你的关注才能让我继续拍摄。Love you guys， 拜拜 ，bye boy， 看不了了。哎呦，我怎么把自己的直播间关了？啊，这是什么？这是医药费吗？哇，没想到下播之前还能收到医药费，真开心！谢谢，我还以为是谁突然一下给我送个惊喜呢。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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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肉球的爱，听一首歌。哟，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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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首歌叫做什么？我觉得蛮好听的，叫什么来着？我前两天一直爱听的歌叫什么来着？叫什么来着？叫什么忘记了，还烦死了。哦，今天的任务就只差飞机任务要完成了。7、8、9、10、11、12，就差5架飞机和166个666。只差666和飞机。666。深爱着的你。在 QQ 音乐里面，我想听那首歌。叫什么？我也哼不来。叫什么来着？什么？反正是一首情悲伤的歌。我看一下，我手机呢？不在。叫什么来着？谢谢谢红颜的甜蜜礼包，谢谢3000个甜蜜礼包，谢谢，恭喜你有43级的牌子喽。我把我手机打开，然后我找一下，哦，完了，这是我的新手机，没有在旧手机上才有，瘦成这样了呀，啊？我很瘦吗？现在，谢谢醉酒的甜蜜礼包。
提示你不觉得我有问题，能不能不能再听一听你的声音，算我没出息。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就让你看不见我脸上的挣扎，都结束吧，说心里话，那个最自私的人是你吗？难道只写在我手机，真的还需要你忘记？都快走吧，我晚点就回家。存在的平行时空里没有海洋，没有陆地，只有有点好像想起来了，你好像别笑，哪里别笑了，天天就是说小小小，我还说你小，你嫌你还嫌我，真是就想不起来，我想起来我不睡觉了，今天把我另一个手机拿给我好不好，那个蕾蕾，我要听一段走歌。就是那首歌，打开我的 QQ 音乐，这个手机上有的，省得我在想，我最近播放列表里面应该有。好喜欢听的一首歌，最矫情的情绪，最害怕告诉你深爱着的你，要怎么去证明，要怎么去冷静，完了怎么没有登录，要怎么做才能够把你忘记，想起来了，深爱过的你，在这儿，有些事情是无法继续，我的问题是你不觉得我有问题，能不能不能再听一听你的声音，算我没出息。就让是这首歌吗？被放弃的，遗落的，是这首吗？是这首，你们听过吗？这首歌，再见一面我可以忍，就这首。漫天飞雪，把我心冷却。想问问你最近过得怎么样，有没有新的另一半，还是和从前一样简单，没听过就这首，对对，时间很短，你要到处看看，你要到处逛逛，只有我的老地方，陌生又透着光，回忆里的模样，就我试试录下这首歌，真的吗？真的吗？
山是什么歌？没听过耶。这是哪里来的妖孽？找了谁的我不算，既然都已经决定，我喜欢听两段曾经的习惯，还是流浪，还是这个好听。Hello， 不跟你说了，也下播了，明天见。我明天上课是3:40、4:40、5:40。我明天想洗个头。好、啊，涛涛，你一直都在的吗？我还以为你睡觉了呢。谢谢跑跑的办卡。我还以为你睡觉了。3:40、4:40、5:40、5:40下课之后就洗个头，5:40、6点到洗理发店，洗完头一个小时，6点到洗完头就是7点回来吃个饭，8点回来化个妆，9点 OK， 明天晚上9点半见。明天晚上9点半见喽。我去睡觉，我去卸妆，然后要睡觉觉了，明天要中午起床。晚安，明晚9点半见。等人挂电话的感觉。欢迎小爬菜，我要笑死了。